马上第二课嘛，对哎，是。不对？我看一遍了哈，预习。有看了。我们看能不能念快点哈。Cycling，哦，最近有没有？Content 上有没有？没有。Content 是内容的意思，有没有？那 Content 上有是什么？内容产业有没有？但是它指的是什么内容？它指的是什么？电动的还是卡通的还是电影的内容？有没有？那这样啊，有分享后面有过去吗 ？OK，好，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电动的那个好、哦、OK 啊，卡通的哦，电影的那种内容，他们叫 content 哦，content 上给有没有？这几种的这个产业，他们叫 content 上给有没有？哦，という言葉哈、哦，这个单词有没有？よく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这个单词变得很常常使用，没有？懂不懂？好、哦，このコンテンツというのは哈、哦，说到哦，という就说哈、哦，所以说到这个コンテンツ有没有？有、哦、看到吗？好、哦，看到课本哈、哦，说到这个コンテンツ这个内容是什么的内容是什么？アニメ是什么？卡通的 game 哈、哦，日本电动的有没有？还有这个日本电影哈、哦，还有音乐等等的，好、哦。看到吗？情報の中身哈，它指的 content 是什么？情報是资讯的这个内容，看懂？然后口头语哈，好、哦，他是说，好、哦，情報中身是里面的东西，是指它里面的这个资讯，有没有？OK 哈，啊、哦，我这个写错了，content 后面还有个 n 才对，有没有？content 我这边写错，看懂？哦，他说这个内容是说卡通或游戏。电影哈、哦，电影或啊、哦、音乐等等的哈、哦，它这个里面的这个资讯有没有？那个酒后我们翻资讯里面的这个资讯，就叫 content 有没有？我懂。日本の content 産業は哈、哦，日本的这个 content 産業有没有？好、哦，那我们中文说我们比较翻，我们翻什么多媒体产业哈、哦？我们以前没有这样讲嘛哈、哦。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 content 産業，我们要说哎，这个多媒体产业有没有？只有以国際競争力を持っている哈，它有很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有没有？と言われる哈，被人们这样讲，被人们讲说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有没有？好、哦，好，米国是美国，学过哈。米国のゲーム、ソフト、十九哈，在美国的 game 哈、哦、游戏哦，软体的市场有没有？我们看懂？好、哦、，OK 啊、哦。好、哦，然后什么？这个。shar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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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占有率有没有？share no yak 哈哈 yaku 哈，它的占有率大概是 yaku 大概是用瓦里，大概有四成的占有率有没有？好、哦，你后哦，你 kikyo ga shime deiru 哈，他说日本企业做的这个游戏大概占美国的这个游戏市场的四成。好、哦、，OK 啊，所以日本吃掉他们快一半的那个哈、哦，他们日本玩的游戏有快一半日本做的，有没有？懂不懂？懂。然后你看下一句哈，今や日本のコンテンツ産業の規模は哈，现在这个日本的、上一句啊，好、哦，下一句世界各地的在世界各地有没有特别放映されているアニメ哈，在全世界各地所放的这个卡通有没有播放的卡通有没有？60%哦，有65%有没有？霓虹 C 托哈是日本字有没有？看到没啊？那你的猫先不要看是托后面语录是讲，所以讲是日本字。那在这个猫是也以外的代入是也被讲成是哦，也被人家说哈、哦，它是什么？被人家说它是日本的卡通，在全世界占有率大概有65%那么多，有没有？懂不懂？懂。好，我们看下一句。今や现在哈，日本のコンテンツ産業の規模は11兆円で，哦，11兆円有没有？现在日本九一几还是九一九？哦，九一就好了，九一就好了。因为你原本是一兆元叫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哦，1000元，哦，1000元是吧？啊，你如果原本是一亿三嘛？但是你会听到什么音变叫什么？一声有没有？一声音变，它一喜欢把那后面的鸡给促音掉有没有？OK 啊，那你一兆元呢？一兆 n 有没有？
一秋烟，你念一季秋烟也没有错啦，只是说他们喜欢干嘛，把那个鸡也促音掉，没有？促音掉，懂好？那、你十一是什么？九一鸡嘛。好、那你听录音带，他念九一秋烟，为什么？你要把它促音掉了，没有？嗯，了解。好、九一秋烟哈、他把它促音，他那个鸡很喜欢把它促音掉，没有？好、没有？哦，我懂，所以是，哦，那没有差，你念九一七跟九一秋 n 都可以，只是九一秋 n 可能会比较多人念，因为他们习惯把那个七给处理掉，没有？对吧？哦，他、这边的十一造音应该是那个日币的，没有？嗯，他说，好、我们看到，哦，来看一下哈，再回来。好，那我们看一下，嗯，我一马一亚没有写，是不是？没有。哦，哎，我怎么没写？哦，好，我们看一下哦。哦，一马一亚是个单字哦。嗯。哦，等一下，哦，我有点忘记它意思了，因为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一马一亚，我们马上就什么，马上哎，把它当一马就跳过去，有没有？哦、对。可是我记得它好像有那个哦。它是一个单字，对，一马一亚，对，只是我们眼睛看到都直接跳过去，哦，都想成是现在，对，哦，一马亚现在正式，或者是马上，或现在已经，嗯、哦 ，OK 哦，哎，一马 coso， 一马是现在 coso 正啊，现在正式有没有？那、不是这里换成现在正式就对，对，还有一马尼某哈，现在哈、眼马上就要怎么样有没有？看，我、看，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句哈、哦，你。OK， 来来这一句来，嗯，眼睛错看哦，哦，哦，一马一亚没有哈，现在已经哈，这应该是现在已经有没有？现在已经十一了，有没有看到？说一马一亚，好、哦，现在还是已经啊？他这里怎么办？他现在这里是翻成正式的还是已经？有两个，应该是，哎，不是正式，不是这个啦哈、哦。你如果这个现在正式是要说啊，现在应该要做什么没有？好、OK 啊、好，第一个应该是，你就翻一马哈，现在已经哈，现在已经什么哈，这个已经现在已经落后时代了哈，然后现在有点晚了没有？啊，现在，那你这边你这三个意思你带进来没有？一马呀，你后呢空袋子上给我呢 ，keyboard 啊 ，G 九 and day， 好，这边应该是什么？你如果照后面的意思，应该是已经现在已经日本的这个多媒体产业已经11兆元了没有？嗯，好，我们看到、哦。有，已经十一兆元了，没有？它已经好没有？已经达到十一兆元了，我看到。有，为什么？哦，那我看到吗？那几多虾三九呢？韩本哈，它是什么？汽车日本的汽车业的一半。Teco 三九呢？一百，它是什么？日本的钢铁产业的两倍。Made 是甚至到什么程度？哦，甚至到什么？谁就是的，它成长，它已经成长到。有没有比钢铁业还要多两倍的那个有没有？有没有看到？的小那个哦，他的那个销售啊、哦，那个哈、哦，那个赚的钱已经钢铁业两倍啊什么？哦，自动车哦，自动车有汽车产业的一半有没有？所以他现在是现在已经有没有？有看到这个意思才能带进嘛？因为是马上，他马上要十一兆元了，然后是应该是他已经十一兆元，所以他是哦，有没有看到？有这样会有，所以伊玛亚是个单字哦，我有查，可是忘记写了。哦，我忘记写了没有？我们看懂，有懂哦，就是一马压现在已经或者现在快要有没有？嗯，好、哦，那我们背现在已经好了，好，这样很好，好，这样很好。我们看一下达卡是但是有没有逆接有没有、demo 的意思？但是的，欧贝西九你欧一得哇哈，你欧一得在哈，剧情有没有在欧美的市场有没有？日本多媒体产业在欧美的市场有没有？欧贝美卡，美卡是制造商厂商，好，欧、哦、美的厂商有没有？那欧伊亚给哈追赶追上来叫欧伊亚给，好、哦，欧美厂商的这个追赶有没有？追上哈、哦、追赶有没有？哈克西库有没有？很激烈哈，欧、哦、美厂商的欧美的那些什么那些卡通啊，那电影有没有？电动有没有？他们要追日本产业，他们是追得很激烈，在追有没有？有看到阿基亚西九 demo， 即使在亚洲市场有没有？韩国、台湾、纳豆咖哈，还有韩国、台湾等等这些国家有没有？
还有大陆啊，现在大陆也是有没有 Kuni 啊，可以打哈 ，Ku 我打错 Kuni 啊，少打个你有没有？啊 ，K 是什么？举，所以什么？举全国之力，有没有？啊 ，K 是举起来嘛？如果你前面放县，就是举全县之力；你前面放国，就是举全国之力，有没有？嗯，我懂。空天子呢？国库塞天开黑，好、哦，好、哦，好，这个展开就是什么？扩展开来，好、哦，啊，好、哦，是不是？在亚洲市场，韩国跟台湾他们举全国的力量，还有大陆他们选举全国力量，有没有？全国在发展这个什么空对子善给，有没有？干嘛？好、哦，然后而且是国际展开什么？而且是国际展开是在国际上扩展开来，他不是说只有在我们台湾做卡通，不是只有在国内播，我们还要野心，我们这个卡通要在国上要扩展开，是我们在国际上抢个位置，有没有？嗯。然后独立库米哈，独立库米是什么？致力于有没有？或努力于？所以我们致力于好、哦、像国际扩展我们的这个多媒体产业，有没有？哦，开始介入他们哈，他们是因为我们也开其他国家也开始在做这种事情，有没有？嗯，哦，你们懂？国库塞，好、哦、，OK 哦 ，Q 九哇，哇 Q 国库塞 Q 索哇 ，K P C 啥？哦，这个什么多媒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哦，日本多媒体产业的国际竞争，有没有 ？K P C 啥是？哦，这个学过。去一加沙学过，有。去一加沙是程度，有没有？一形容词去一加沙程度，所以 KPC 它的什么？它的 KPC 有几个意思？严重、严格，怎么样？嗯。好、哦，然后它这个什么？好、哦，这边的严峻，我们这边翻严峻，好、哦，它的那个很严峻。Must day， 如 must 是增加，好、哦，我们懂。所以日本的国际，好、哦，这个什么？这个动漫电影产业的这个国际竞争，哈、哦，它的严峻性增加了，它困难度增加了，有没有？严格性增加，看懂？要会吗？哦，了解。嗯，你主要是把意思看懂了、哦、嗯。好、哦，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一段。K 塞善狗秀哈，有一个叫经济产业省，怎么样？嘎尤尤尼哈，像他尤尼像什么一样？像他所讲的一样，像这个政府部门讲的一样，没有？空太子善狗嘎尼哄诺布恩卡诺哈颠，哦，这个什么？这个卡通哈。哦电影哈、哦，游戏产业哈、哦，它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没有 ？KOC 哈 ，KO 是有贡献，它对日本文化发展是有贡献的没有？嗯。现在我一堆小朋友的学生，他们是看日本卡通长大的，嗯，看日剧长大的，然后他们才跑来学日文的，所以说这些是对日那个哈、哦，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没有？嗯。好的。好。接着讲开盖尼哈，在海外有没有？在国外有没有？霓虹不能考阿皮鲁斯鲁，有没有？那个我们要看懂，那个妮是对象，妮是对象，对什么？对国外，对海外，对海外的人，有没有？嗯。阿皮鲁是去呼吁还是宣传的意思？所以你倒过来翻，有没有？嗯。哦，他可以去宣传对国外，他可以去宣传日本的文化，有没有？雅库阿里有哈达斯哈，雅库阿里哈达斯二级的那个有没有？有、嗯。哦，去完成这个任务有没有？他可以去完成这个任务有没有？哦，看到吗？有二级的是哈、哦，哦，去宣传日本文化，完成宣传日本文化的任务有没有？有啊，第一个是完成什么任务哈？第一个是完成该角色的任务。如果你前面放的是人的话，积极呢，亚库阿里哈达斯说完成父亲的义务啊，完成父亲的任务就是要做个好父亲有没有？有好、哦，我看懂。好，往下看，嗯，然后后面的，哦，亚库阿里哈达斯德鲁哈，他要完成这个去呼吁。哦，宣传日本文化的，像国外的这个宣传的任务有没有？马吉盖以奈这二级剧情哦，一定他一定有完成这个任务有没有？霓虹呢 ？Game Soft 哈、哦，日本的 Game Soft 日本游戏软体呀 ，Komiku Manga 有没有？有。哦 ，Komiku Manga 就是连环漫画啦。嗯。哦 ，Komiku Manga 就是那种漫画周刊、嗯。哦，以前那种漫画周刊有没有？还是那种连环漫画的意思哈？哦有，那叫，那、哦、叫，那叫连环漫画连载那种，或者连环漫画周刊意思。呀 ，Komiku Manga 没有，以前什么，阿尼美那斗，还有他的什么卡通等等的没有。有。欧美 Dake Denaku 哈，不只是在欧美，什么 Kangoku 呀 ，Jugoku 哦 ，Hajime Tosuru， 哈 ，Hajime Tosuru 是二级片，以什么为首有没有？不只是在欧美，韩国啊、中国啊、台湾这边有没有为首有没有？阿基亚 Demo 在亚洲。多 demo Ninki 跟阿鲁哈也是非常有受欢迎，我看到。哆啦 A 梦哈什么那个小叮当，
苦雷勇，苦雷勇就是蜡笔，哦，苦雷勇信讲的是蜡笔小新，有没有？有。OK 啊，看到没有？有。哦，伊玛亚好，这边有出现啊，这边有写啊，前面没写哈，我们看到伊玛亚，我看到画面没有？有。现在已经 Sekai Deki na Karakuta 哈 ，Karakuta 是角色，哦，他已经变成世界知名的角色了。嗯。哦，那你那个加卡通啊，世界知名的卡通角色。啊，看到他已经变成全世界，像什么美国什么蝙蝠侠嘛，嗯，还有钢铁人嘛。然后他说，这个什么他们的这个小铃铛跟蜡笔小新都也变成世界知名的角色了，没有？那翻个卡通这样会比较像中文，看到？嗯、看到没？嗯，好，好，我们看下一句。那卡 demo 日本のアニメの人気は高く哈，他说在什么好？在这个即使之中哈，日本的哈这个卡通的这个很受欢迎，有没有？好，看到没？霓虹哦，代表史卢本卡隆希多兹哦，它是日本卡通，是代表日本哈，是可以代表日本文化之一的一个东西。一 demo 一打落，也这样讲也可以，有没有？好，看到没？嗯，他都会把哈啊这个 Academy Show 哈奥斯卡金像奖哦 ，OK 啊 ，OK。奥斯卡金像奖有没有？有、哦、然后那个什么、哦、那个奖，这个秀就是奖有没有？奥斯卡金像奖。好、哦，这个 Academy 在英文应该是学院的意思啊，哦，学院奖。但是他那个是那个日本哈、哦、那个什么电影学院的奖，但是他的奖是颁一个小金人有没有？有。所以我们就翻奥斯卡金像奖有没有？有。好、哦，好，就休斯达哈，就休斯有得奖的。好、哦，阿牛修就是有入围哈、哦，入围的有没有？但是这边是九修哈，所以他得奖的哈是吗？哦哦，宫崎骏叫 Miyazaki Hayao 哈，有得奖的宫崎骏怎么样？有，好、哦、看到没？有，哦，他得奖是吗？他的这个 Sento Jihiro no Kamikakushi 有没有？千和千寻的失踪哈 ，Kamikakushi 是失踪有没有学过？有，好、哦，他、啊、为什么这样讲？好，我们台湾的观念哈，我们如果人失踪，我们说被那个魔神仔抓走嘛，被那个山上的什么山精鬼魅妖怪什么抓走了没有？有。啊，日本古时候他们人失踪，他们有人讲啊，被山神抓走了啦。嗯。这个卡库斯他动词去把什么藏起来有没有？叫卡库斯哦。嗯。好、哦，那这样，这个那、啊、你这边名词要改成动了有没有？卡库斯是去把什么东西藏起来嘛？对。有没有？那他为什么讲神影？他们是认为他们古时候啊认为。都是山嘛，就是农村都是山，有没有？他们认为被山神抓走了啦，嗯，懂哈？所以他们叫做什么？他们叫神影，就是说啊，被山神抓走了，哦，那叫。所以他是千和千寻失踪，有没有看过这个？哦，嗯，我觉得不太好看，嗯，对，哦 ，OK， 我们看懂，好、哦，我觉得那个卡通还蛮恐怖的，要被、嗯、哦被抓走，抓去强迫工作，有没有？嗯，对，哦。好、哦、好，你看，好、哦，我看到，他说这个千和千寻，这个什么千和千寻的失踪有没有？有。哦，世界，哦，六十九，有没有看到？世界六十七，啊，这个卡，好、哦，我看到，卡库尼，这个卡是个，有学过吗？有。有哈、哦，一卡可以指一个月嘛，你卡可以指两个月嘛，啊，这个卡就是个，所以世界六十九卡库尼，好、哦、说。全世界六十七个国家的 Kodomo Daji 的小朋友的有没有 ？Kokoro Kodomo Daji 的 Kokoro 小朋友的心有没有？好，这个片语是 Kokoro Doraida 是抓住小朋友的心有没有？嗯，所以抓住小朋友的心，就是小朋友很爱看的意思有没有？有。好 ，Pokedo Monster 好，看到没？有。的神奇宝贝哈，它前面是第一个，然后第一个放 AR 哈。什么或什么呀？这个是千和千寻有没有？千和千寻是有得奖的哈。那、哦啊、这个 AR 或者是什么？这个 Pokedo Monster 哈 ，Pokedo 是口袋 ，Monster 是怪兽有没有？口袋怪兽有没有？嗯。我们翻什么神奇宝贝有没有？有。那简称叫 Pokemon 呢？幼尼像这样子吗？幼尼像这样子有没有？哦，库尼后呢？阿尼梅萨库辛嘎哈，有很多像这样的哈、哦，日本的这个卡通作品有没有？世界的奇尼在全世界有没有？他可以秀卡 OK 得入哈，受到很高的评价了没有？有，看到没？有，哦，是这样。所以他刚才那个 Naka Demo 是吧？说这些卡通之中哈，有一些什么卡通，在全世界都获得很高的评价，看到？有，
好、哦、好，现在日本のアニメの成功要因都是的哈、哦，成功的要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有没有？嗯，啊，我写错是，要因没有错，写太丑。啊、哦，都是的是当做日本卡通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有没有？嗯，カンカダレルノガ哈，好、哦、，OK 啊，是想成是他们主要原因是什么？その背景にあるハ、哦、在有没有？在这个卡通的背景有没有？哦，说在这个日本卡通的这个背景哈，巴库大莫大就是什么很大的意思有没有？嗯、哦，一直喜欢考这种比较稳的，这种很大的有没有？嗯、哦，コミックシジョダロハ，它在日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的一个那个漫连那个什么周刊漫画的哈、哦、连载漫画的市场有没有？嗯、哦，看到。霓虹德瓦在日本哈，四肢斯卡达哈，穿西装样子的萨拉里曼，萨拉里曼说男性上班族，马德是甚至到在日本甚至说穿西装的那个男性上班族有没有？等一下那卡德在电车里面 ，Komiku 漫卡用德鲁哈，他们都在电车里面看漫画有没有？有。都阿基雷鲁哈，阿基雷鲁是吓呆的哈，吓呆哈，哦没有，该够紧毛哦，说很多外国人吓呆的，去日本玩吓呆，还有好多。成年人在电车里面看漫画有没有？嗯，大家好，能、哦、看懂？有。日本は子供から大人まで哈，日本是从小朋友到大人。Komiku 放哈、哦、放是哈、哦、那个粉丝哈、哦、他的漫画粉丝有没有？啊、哦，放手噶阿兹伊哈什么？粉丝的这个什么年龄层很阿兹伊是很厚，粉丝年龄层很广，粉丝年龄层很厚有没有？就是。粉丝年龄层从小孩子到大人都有，看懂？有。他真的受省略的、哦，所以这个放阿兹应该是放瘦咖阿兹哦，放哦瘦咖阿兹哦，这个粉丝层有年很厚，就粉丝的年龄层很大很厚，有没有看懂？有。看懂？有。好、哦，懂吗？因为在国外，他们可能会那外国人为什么吃惊？他如果考你，他问你为什么外国人要吃惊？因为外国大人不会在电车上面看漫画，没有。嗯。懂、哦，那这样，他问你这个问题哦。嗯。ドクシャのメモ声でいるため哈，好，好，原本是クジが声でいる是很讲究吃。嗯。那メガ声でいる是什么？很讲究好不好看的、啊。嗯。哦，或者是很有没有眼力？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日本的市场是什么？从小到大，每个人都在看漫画嘛。嗯。所以他们就是看很久了，所以他们的眼睛肥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很讲究好不好看的、啊。嗯，好啊，如果是从这个人从小在吃美食，他是美食家咕噜美哦，他就会很讲究吃，有没有？有，他是这个意思，我看到。了解。好、哦，所以因为他的年龄层看漫画年龄层很广，所以他的这个日本的漫画的读者哈，都酷下他们是很讲究好不好看的，有没有？有。哦，看到吗 ？Komiku 啊 ，Amerika 开哦 ，Komiku 哈、哦，这个连环漫画没有 ？Amerika 不是，没错 ，Komiku 啊 ，Anime 开下你都得。好、哦、说这个连环漫画对这个什么对这个日本的卡通公司有没有？你都得是对于有没有？有。一级棒一，它是最好的。西丘就啥德亚鲁，它是最好的市场调查有没有？有。看到吗？好、哦，他这边解释为什么？哎、欸，为什么连载漫画对卡通公司是最好的市场调查？好、哦，那下一集就解释有没有？日本で新しいもの。好、哦，那他的是什么？中的嘛，中奖嘛。哦，气象报道很准嘛？啊，太阳晒到了没有？那这是什么？在日本不会中的漫画，这个不会中是什么？不受欢迎的漫画啦。哦，我们他会讲屌嘛？哦，这个有没有？在日本不会中的漫画，就是在日本哈、哦，这个观众不会中的漫画，就是在日本哈、哦，观众不喜欢看的漫画有没有？海外 demo 阿塔拉奈哈，那即使在海外也不会中，没事，即使在海外也不会受欢迎，有没有？有，懂吗？他有没有看懂？有。他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连载漫画之后，在日本很多人看，啊卖得很好，他们就做来做卡通了，因为他在日本都卖那么好了，有没有？那表示他就很多人看嘛，所以这个做卡通他的什么，他中的几率会比较高嘛？嗯，懂意思吗？他是这个意思，我看。哦，因为他在漫画的时候就很多人看了，然后我们再改编成卡通，是这样。了解。嗯。那実際日本でアニメ化哈，在日本哈。卡通化的 Sakuhin 哈的这个漫画作品有没有？看懂？有。活动的几乎都是啊 ，Komiku 漫卡的 Atada Mono Diary 哈，说在日本哈，这个什么漫画改成卡通化的这个作品有没有？几乎都是什么？都是这个连载漫画，而且是 Atada Mono 是什么？
是重的，是很受这个重是指很受很受观众爱看的这个作品有没有？有，看到吗？有。萨卡莫哈，这个作家哈，这个漫画作家哈，乌雷鲁萨库平哦，只库他们哟，这个漫画作家为了要做这个好的作品有没有？乌雷鲁哈，乌雷鲁是乌鲁是卖嘛？乌雷鲁是大卖，我讲过哈。乌雷鲁是大卖。哦，乌鲁是卖嘛？那这个是能力型嘛？好、哦，乌雷鲁是什么？能够卖的，大卖的。好，乌雷鲁口，乌雷鲁是那个年轻偶像，然后他是很卖的那种年轻偶像，可以赚钱的，大卖的那一种，叫乌雷鲁口。那乌雷奈口嘞，他是也是年轻偶像，但是他卖不出什么，他的做他的 CD 那些不卖，就对。嗯，懂、哦？要讲这个意思，看懂？懂。好、哦，所以。这边是萨卡莫乌雷鲁萨库平哦，这库他们，然后那个漫画作家为了要做那个能够大卖的这个作品有没有？哦，西科萨库果哈，啊这个很常考。四行错误哈、哦，四行就是不断的试验哈、哦，不断的试验哈、哦，啊不断的错误，然后为了取得成功。哦 ，OK 啊、哦，为了取得成功哈、哦，不断的去尝试。哦，不断的一直哈、哦，就是一直试验，一直试验哈、哦，啊这个错那个错那个错，然后最后为了取成功，还不断的试验怎么样？哦，好、哦、看到、哦，哦，像以前什么那个做灯泡那个叫谁？那个发明家、哦，爱因斯坦哦，爱迪生哦，他不是说试灯泡试一千次，灯、嗯、泡那个有没有通电那个钨丝哦？他说要试一千次有没有？就是试行错误的意思，就是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然后不怕错误，然后要成功啊，嗯，那个意思怎么样？看懂吗？萨库行哦，谁萨库塔库马哦，啥来着？切磋琢磨，哎，好。谁萨库吗？啊、哦、，OK， 我们看到。切磋是谁萨库？对，促音哈、哦。谁萨库塔库马有没有？有、哦。好、哦，看懂吗？说日本作家为了要往、哦、画出能够大卖的这个作品哦，他们四行错误是吗？反复的去修正，要取得成功啊，反复啊，这个这样画，这样画。然后要这样画，一直不断的去试，然后为了取得成功，我懂。然后他的作品也可以跟其他的漫画家切磋琢磨，怎么样？有，看懂。所以是什么意思？就日本的那个产业很竞争啊，你要一直画，一直画，然后一直画这个，画这个，画这个，一直画不同的，然后想不同的剧本，然后再跟别人这种产生竞争，怎么样？那这样，所以他竞争出来的漫画是什么？是哈，是很厉害的漫画，没有？是很好的漫画，没有？啊，你看下去，こうした状況の中で哈，在这种状况之中，怎么样？那他是才能哈，这个新的这个什么才能，画跟以前不同，漫画有没有人越画的越漂亮有没有？或画的动作越来越就是越动感有没有？嗯、哦 ，Seisaku Shuho， 还有他的新的制作手法有没有？新的才能，新的制作手法有没有 ？Sodaji 有没有？这个是自动词哈、哦，有成长了，成长出了新的制作手哦才能跟新的制作手法有没有？长出了新的才能跟新的手法有没有？好吧，流西子呢？阿尼美嘎子库拉鲁哈，可以做出很好的这个卡通有没有？两子就是很好的卡通有没有？土胶的哦，土壤哦，这个什么很好的卡通的这个能够做出好的卡通的土壤，这个土壤是指环境的有没有？我们来得如哈，产生了可以产生了一个诞生了一个很好的土壤，诞生了一个很好的什么环境，可以做出两子好很好的卡通一个环境有没有看懂？看懂吗？有。还有一点啊，他没有写出来，还有钱的问题啊。你在台湾当漫画家，你画得很好，但是有没有人帮你出漫画？没有啊，就算出了，有没有人买？嗯，买的人很少啊，所以就没有钱养漫画家嘛。啊，日本就说你可以画出很好的漫画，有人帮你出漫画啊，很多人买，你就可以当有钱人啊。嗯，你可以过得好。可是台湾你再怎么画，你台湾都没有人在买啊，也没有人出啊。那你在台湾画的话，就是怎么讲？你生存不下去啊。日本就是。他的那个有钱漫画家，就是你的漫画，如果像什么七龙珠那些，哦，那个有钱到死有没有？全世界卖什么上千万本的有没有？嗯，哦，那种大师就可以过得很好嘛。那我们台湾是就没有办法了。哦，他这一点没有哦，那这样，哦，我们看懂。哦，哦，那个钱那个有没有好有没有办法回收问题啊？好，先去打卡。说呢，一波得哈，一波什么另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嗯，好，我们看懂。没有索木凯鲁啊 ，OK 啊，我们看一下哈。但是啊、哦，没有索木凯鲁，有没有避开视线哈、哦？不想看到有没有？嗯，避开视线不想看到。
大卡，但是 Sony Four 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没有没有 Sony K Dark Nano 手，没有 Sony K 带哈，动画家太想哈、哦，想要避开视线的，就不想去看他的有没有？又哪像这样会让人家想要避开视线的嘛 ？L 是什么色情的？还有一些色情卡通漫画有没有？骷髅是什么血腥的？好、哦，波料库纳斗还有暴力等等，那卡米哈，这那卡米是那种内容有没有？卡通的内容，那些漫画卡通的内容有没有？那 comic sakuhin ga 的这种什么的这种漫画作品有没有？邯郸史德鲁哈，说日本让人家哦不想去眼睛想避开视线的哦，就不想去看到的是什么？他很多暴力色情的漫画有没有？嗯，看到 no more 哦 no 哦没有 no 强调 more 几句打哈，它也是个事实啊。说日本有这些漫画还是事实怎么样？他有那种很适合小朋友看的可爱的，也有那种怎么样一大堆色情暴力的有没有？看到没？嗯，好 ，OK 啊。下一句 ，game 呀 ，anime 呢？又哪空的纸蛙像有没有 ？game 像游戏，好、哦、有没有？还有卡通这样的吼、哦、空的纸有没有？嗯，哎，这样子的哦，这个内哈、哦、什么？这个内容有没有？内容产业有没有？啊，我看懂。嗯，哦，视觉卡普透视的哈，会透过人的视觉、听觉哦。你看它的时候是。视觉嘛，那、啊、你听到卡通里面配音的配音是什么？听觉嘛。透过你看这个卡通哦，这个什么视觉、听觉有没有？嗯。Hito no kanjo ya ishiki 哦，人们的感情还有这个意识哦，人们的这个想法有没有？哦 ，joku seiji 会直接的 hadaraki kakeru 哈，你看 ，hadaraku 是工作还有作用哈、哦，那 kakeru 是用上去会给它直接会给它起作用。好、哦，都由 toku sei o moderu 啊。会有这种克性有没有？它肯定是正因为有没有看懂？说什么？说小朋友看这个卡通，看那种色情暴力卡通有没有？嗯。然后呢，透过这些卡通，就是你在看的时候，还有那个听，你在看他要听他的时候，他这个卡通会对你的什么？卡通的内容会对你的感情，还有你的想法，会有什么产生直接的作用有没有？嗯。的有他那个这种卡通会有这种克性有没有？嗯。看到吗？如果小朋友一直看那个色情暴力卡通，他就会被那个洗脑了没有？他的想法跟那个他就会被洗脑，你懂一种？哦。他肯定正因为他肯定是正因为这样子怎么样？几多谁少年？我有比我有比是汉，好、哦，这个儿童和青少年和这个卡特尼亚塔鲁哈 ，A K 哈 ，O K 库哈，是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卡通色情暴力卡通什么那些啊，那个游戏会给这个儿童青少年还有这个家庭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看懂？谁少年犹如哈，犹如是犹哈犹鱼哈，犹鱼这个哈犹哈鱼这个青少年哈 ，game 看卡苦诺寒灾哈，这个游戏感觉的犯罪 ，money day 如会招来这个游戏感觉的犯罪 ，toy 游戏看摩阿如哈，好看到吗？我美国青少年有些是玩那种暴力游戏，然后他就什么，好、哦、他就被那个暴力游戏洗，然后就变暴力有没有？所以，与这个青少年哈、哦，会招来像那种游戏感觉，像那种暴力游戏感觉，他觉得哎呀，我好像在打电动，哦 ，money day 如何会招来这种啊暴力游戏还是什么色情游戏感觉那种犯罪有没有？啊，其他摩阿鲁啊，有人是这样批评 啊，这样批评通常是什么？通常是学者会这样批评 啊，小孩子他们认为他们打电动不会受影响嘛？好、哦，看懂，懂，看懂，好、哦，我们看一下。其他各地哈，因此，控股呢，控制着上游泥瓦哈，因此在今后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电玩哈、哦，卡通的这个内容产业有没有？它可以零利息哈，要很高的这个伦理有没有？伦理性有没有？哦，呀，只靠给你子哈，还有这个自我的这个纪律、自我的规律、自我的纪律有没有？哦，看懂？摩多梅达雷鲁哈，好、哦，被要求要很高的这个。伦理性还有自我的这个纪律有没有？不要乱搞有没有？不要乱画太那个太夸张的卡通有没有？空洞尼纳鲁打肉有没有看到？好，沙德是什么？那么哦，一砍有没有？一剑是什么？乍看之下有没有？好、哦，哦 ，OK 啊、哦，军铺满帆哈、哦，什么顺风满帆就是一帆风顺哦。看起来这个卡通材料好像一帆风顺有没有？明耶鲁你后呢？阿尼耶。有开 nano 打干哈，他说：“哎，这个日本、啊、卡通产业看起来好像很顺利，有没有？好像赚很多钱嘛，好像全世界都在看，有没有？”嗯。啊，嘎，但是嘞，吉兹瓦，但是其实嘞，放蛙，胡埃只是可以带入呢，你
哦，农林是名人一样哈，明明粉丝全世界在看的这个卡通的粉丝一直在增加，没有？但是乌利亚给他欧吉鲁，但是他的乌利亚给他的销售额却一直下降，为什么？为什么？哦，他的销售额却就是看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的销售额却一直下降。偷油吉列马尼欧吉德鲁，没有？这是惯用句。吉列马是进退两难，欧吉鲁是陷入，所以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因为他看的很多嘛。但是他卖的钱却很少，因为大家要看盗版的，有没有？有，大家要看盗版的，很少在看那个怎么样，看那个付费的，有没有？所以他们看的人越多，他赚的钱越少。好，看到吗？然后陷入进退两难是吧？陷入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呀、啊？继续做下去没赚钱又赔钱，可是看的人又很多，就进退两难，有没有？好，这样子我们看到。好，偷油脑膜。哈、哦，偷油的话，哎、欸，怎么说嘞？哈、哦，偷油是说嘛，啊，哎、欸，怎么说嘞？哈、哦，怎么说？为什么这样子 ？Internet no scanning yoru 哈，由于这个网络的出现，有没有 ？AQ 跟 OK no 打哈，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有没有？网络大家网络下载有没有？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大家要嘛去买漫画嘛，买那个卡夹嘛，啊，现在网络出现，人家要下载有没有 ？Cycling deva 到最近有没有 ？Calling through no。跟买进来的哈，卡瓦拉奈，好、哦、是跟买进来是没有改变的是吗？跟买进来是一样的有没有？跟买进来是不变的，一样的。科卡西子呢卡哦卡州，好、哦、好、哦、跟买进来是什么？是不变的，就是跟买进来没两样的高画质的卡州的画像。卡木六 day 木六是吗？免费你可以免费的。伊库拉 demo 即使多少。download 的 Q 你都 download 是下载嘛？你都可以下载，不管你要下载多少，啊、嗯，卡拉打卡拉是因为有没有？嗯，看到，因为大家都下载，所以他们赚不到钱了嘛。他怎么看到？你可以木料带，你可以免费的，不管你要下载多少，有没有？看到，你要，还有日剧啊，日剧最多嘛，有没有？嗯，还有美剧也是有没有？可是日本他是有学聪明的。你如果看最近的日剧，你看那个大陆的那个字幕组嘛，有没有？他那个日本的日剧，他把那个什么，他的广告直接插在那个日剧里面嘛。他在演的时候就，就那个日剧就那个什么广告跑出啊，你剪不掉，有没有？你剪掉就把里面的那个日剧内容剪掉了、啊，所以他这个现在日本也吹聪明了，他把日剧直接插在那个什么，插他那个在演的时候就有没有？插那个哦连续剧的那个上面有没有？你就剪不掉了，然后你只能直接看他那个广告有没有？嗯，所以现在日本人学聪明的，他们也没那么笨，怎么样？嗯，我懂。OK， 好，好，好，我们看哪里啊？哦，好，我们看一下。好、哦，日本的 Day 在日本的电视哦，ホエサレダバカリバカリ光怎么样？没有？刚刚怎么样？没有？嗯。哦 ，Kitabai 以前有学过 ，Kitabai 是刚刚来日哦，你用 Hey Kitabai 刚刚来日本没有？所以这是、哦、在日本电视上刚放映的、哦，刚播放的。班古米的节目我们要，哄哄脑是紧紧的，有没有？有学过？嗯，哄脑有汉字啊，写个本有没有？有，哄脑这样子怎么样？紧紧的就少少的哈，哄脑一週間只有很少的一个礼拜，我们看懂？有，莫西奈有经哈，好看啊，好，我们看懂？一週間もしない有经验，有经验是之内。好、哦，我们看到。等一下，好 ，OK。那什么，在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这一句是惯用句，这一句网络上很常写。一週間もしない是说一个礼拜啦的这个时间。那一週間もしない有经验在什么短短的一个礼拜之内 ，ego 字幕版，好、哦，英文字幕版有没有？嗯嗯。zuki 哈 ，zuki 是附上英文字幕。吉马库还是吉马库？吉马库。吉马库。好，吉马库有没有？看懂。懂。哦 ，online 呢，在什么网络上，在线上，阿拉外鲁哈就出现了。嗯。看到那个他写的是很保守啦，你们看那个，我去看那个美国美剧有没有？嗯。哦，一天哦，一天就出来了，应该说半天。哦，半天就打那个简体字就出来了。嗯。哦，你也短，好像讲，那他们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那个字幕主要那么努力的去配字幕？有没有想过？对他要赚什么？他要赚广告费。
他们几十年前哈，真的就是大家是一群兴趣的英文系、日文系，他们就是去练那个嘛，练翻译嘛。对。那现在不是，现在是因为那个你这样大家慢慢翻，可能分工可能要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嘛。啊，现在是半天就出来，为什么？因为很多字幕组在抢广告，因为你最快出了，人家就去那边下载来看嘛。然后那个大陆人就什么，把他的广告插在那个美剧跟日剧的最前面，插个一分钟、两分钟，什么线上游戏还是卖衣服的广告没有？有哦，你要看，然后他们就是赚这个，因为你越快的话，你大陆那个市场太大，100万人、200万人、300万人下载，就300万人看过这个广告了嘛。嗯，那他可以收很多钱，有没有？然后，但是美剧跟日剧比较冲，日剧它也不是省油的，日剧在中间，它在插他们的广告嘛。嗯，说明也看得到嘛。对，然后。那以后美剧可能会这样了、啊，哦，看到一半他的哦，没 OK 哦，嗯，所以要抢时间，因为大陆那个字幕组太多了，你拖一天、两天、三天，人家看过，人家不要看了，所以他们现在那个就是加班在抢了没有？有哦，看懂了，好，所以这个问题他们大概有解决了没有？嗯，好，这样看懂了，好，我们看一下下去，摩基隆，斯贝德。以后扣以那种打干哦，他说啊，当然这个都是违法行为，有没有？好、哦、没有，这个是什么？这些都算违法行为，看懂？我就用当然哈、哦，是被对哈、哦，所有的哦，以后扣以那种打干，这所有都算是有违法行为。当然你们都没有敢奈哈，又敢奈是没办法。第一册有吗？有。又是办法，又敢奈是没办法，但是谁也没有办法阻止，有没有？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哈。反网路上没有办法那个阻止，有没有？地下的。你如果把那个什么那个地下的那个网站，人家下载网站给他去告他，那个网站要删掉，但是他要去成立另外网站，他太多的那个怎么样？嗯，酷爱的哈，那再加上哈街头，再加上怎么样？阿基亚西酒的蔓延史路哈，好，再加上在亚洲市场所蔓延开来的开照酷版、海贼版叫什么盗版的这个 DVD， 你有录有没有？哦、由于这个盗版的 DVD， 一开摩 OK 这个灾害也很大，有没有？看到日本公司受到的灾害很大，看到。好、哦，那样以前都要买 DVD， 现在连 DVD 都不买了，没有。嗯。因为现在下载跟那个嘛，这个是2000年的书啦，那个时候的，现在连 DVD 都不买了，没有。有。哦。看到。好，我看一下。好，content 上桥哇，就萨库肯看连上桥那种的哈，是跟著作权哈、哦，这个什么？哦，他说这个空什么电影。卡通电玩的这个内容产业有没有是跟著作权有关的产业有没有？嗯，Josaku Kenno Makuru 哈，好，这边有两个哈，你们看到这边著作权哈，算只说的那个版权有没有？有。Isoken 是图像设计专利权。哦，譬如他的那个扛棒啊，那个招牌啊，还是他什么？哦，钢牌，每个公司招牌都有他自己的图案有没有？嗯，这个叫意向权有没有？嗯。哦哈，图像设计专业，这个会常听到标签吗？还是 mark 那一种？对对对，还有招牌那一种，嗯，图案那一种有没有？嗯，好、哦，这个也是有肖像权就对了，哎，那种这个叫意向权，它、啊、这个是同一个统称，那是它里面的那种有没有？嗯，像麦当劳、啊，它画一个那个 N 嘛，对，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有没有？你不能去盗用嘛，你懂一种？啊 ，CNN 他们也有那个嘛，他写个70那个啊，嗯，哦，你可以去山寨它，但是你不能完全一样嘛。嗯，你可以写个117，你不能写个70，你不能跟完全一样就被他告了嘛。对，这个叫以秀肯有没有？了解。好、哦，那种哈、哦。嗯。哦 ，OK 哦，这个很常讲，但是他没有卡那么细。嗯。但是以后呢，看什么东西常看的东西。哦。嗯。那我们看一下。好、哦。Jo Saku Ken no Makuru Gokusai Deki na Seido Zukuri 哈。好 ，Makuru 是围绕着什么哈、哦？围绕这个著作权哈、哦。好、哦、，OK 啊、哦。好、哦，然后什么？回到这著作权，国库在 Deki 那 Seido 可以，我们要做一个国际的制度，不是日本一个国家，是我们做一个全世界的关于这个著作权，我们要做一个全世界相关的制度，我们要。嗯，我懂。嗯，嗯。他国库噶，哈、哦，他国库哈，在这个各个国家，我们要 Seisaku Kyocho Shite 哈，我们要、哦、在各国我们要协调这个政策，我们要 Kaike Shite， 我们要来解决哈 ，Ikana Kei Banana Nai， 好。必须哈，一看不做不行，就必须要各个国家来协调政策来解决的。卡戴加达库上阿鲁有很多课题，我们必须要这样做，看懂？嗯，看懂啊？哦，好、哦，必须要解决这个课题，有没有？しかし実際上，但是在实际上 ，Internet
就 data 哈，因在这个网络上有没有 data 哈 ？data 是什么资料？呀 ，context 呢？以后 copy 哈，还有这个哦，这个内容产业的哈，内容产业的电玩啊、电动啊、电影啊、音乐有没有的违法影印、违法拷贝有没有？那它这个 internet 叫嘛哈，还是五 A？ 叫对，你口语念五 A， 啊，你如果一节文章念五 A 就训掉了。了解，好、哦、像什么？看，我举例给你看哦，狐狸之酒，哦，法律上有没有？嗯，哦，也有狐狸之酒，看到没？嗯，哦 ，OK 啊、哦，哦，因为后面有加 day 呢。对啊，没有酒是酒跟五味是同一个字啊。对，酒是比较文言文的念法啦。嗯嗯嗯嗯，懂哈？懂。球面酒，懂意思吗？你这边念五味也可以，但是就训掉了，为什么？因为它这是一级的文章，它这个是这个叫音读，有没有学过？你一个字的时候念五 a 嘛？对，这个是日本读音嘛，训读嘛。啊，你可是你叉叉叉的时候，你这边就要念什么？好几个合起来上面就要念九，有没有？嗯，了解。哦，啊，你这边要念九哦，你念五 a 可不可以？可以。可是如果你念九，人家会觉得你比较有程度。嗯嗯。像什么，好几只九是法律上，表面九什么表面上有没有？嗯嗯。看了没？懂、哦，你念五 A 可以，可以啊，反正初级嘛，就念五 A 嘛。嗯，好、哦，但是你这个是好的哈、哦。了解。怎么样？好，那你这边是说 Internet 九有没有？哎，这样看看完。了解。是网路上有没有？嗯嗯。嗯。OK 啊、哦。好，那你这边 Sakeru 是能够什么避免 ？Sakeru 那是没有办法避免嘛？他说：“但是实际上哈，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在网络上是没有办法避免人家去拷贝这个资料哈，或者是什么拷贝这个哈，看到这个电玩啊、电动有没有这些有没有电影有没有？伊库拉伊库拉哈，伊库拉加动词加 tenor 是不管做多少有没有、嗯、？OK 啊，不管你做多少，所以伊库拉巴索库哈。”罚则就是罚款有没有？处罚的条款有没有？嗯，懂不懂？等会哦，在哪里？哦，教科书的哈，教科书的都是 demo 哦。OK 啊、哦，他都是 demo， 即使你哦不啊，伊库拉是哦，不管多少，不管你去多么的去加强这个处罚条款哦，怎么可能哦抓到什么什么什么十倍、二十倍、三十倍嘛？嗯，有没有那个好、哦、下载个漫画抓到就什么二三十倍、三四十倍、五百倍，我们看到有时候还罚五百倍。好、哦，我们看到、嗯，他们现在怎么罚你知道吗？现在他们怎么抓你知道吗？嗯、现在我之前去影印店印书，那个老板说他们现在会派人，那个、嗯、那个什么那个影印店的影印那个出版商，他有时候现在年轻人不买书，他们赚不到钱嘛，他们派一个人去各大影，再去各大影印店那边埋伏。嗯，好，那有一些大学生他拿原文书去印有没有？嗯，抓到就怎么样？就告他，抓到就报警嘛。那、嗯啊、报警就留下前科嘛。嗯，啊，父母为了让小孩子不要留下前科，就试一下和解，那、啊、一次就几十万。哦，是哦。懂、哦？那我之前我有个学生，他被抓到，他跟我讲的，就是他们大学有同学去印书，然后被他抓到，因为大学生都会跑去印书嘛，大学生有些不想买书，都跑用印的，没有。嗯，他被抓到就罚几十万。试一下和解，不然就告上去，告上去你就有前科了。那大学生以后毕业就不用混了。嗯嗯嗯。好、哦，他、啊、现在很多、哦。嗯。好、哦，那就好。嗯。现在他们都这样搞哦。哦，没抓到算，一抓到几十万，那很恐怖。哦，那懂。嗯，了解。哦，所以这个，哦，那我们看来也还是买、哦、正版的书比较安全。嗯。好，所以他说，不管你这个罚则哈、哦，你的罚款，你这个处罚条款多么加强怎么样？罚越来越多钱，不管你了解哈 ，Hidori Hidori 呢？好，每个人哦，市民哦，那卡尼哈，每个市民之中哈，好 ，Chosaku Ken 哦，松交食物一起起哈，你要尊重这个制作权，还、啊、有什么伦理感，还有这个伦理这个观念怎么样？嗯 ，Kakuri 子 Sana 啊 ，Sarena Kereba Sareru 哈，被确立有没有？嗯 ，Sarena Kereba， 如果你没有确立这个，你没有去建立这个有没有？哦，尊重这个国民，如果没有去建立这个尊重这个著作权的观念，还有这个伦理的这个有没有伦理的观念有没有？嗯，好，看到没？有、嗯。哦 ，OK 啊，
台 K 值啊，控难 nano 的啊，这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没有。嗯。data 呀，同特质呢？哦，同特质呢？科比加萨克达雷奈，多十二吧。好，好，这个多十多是如果的话嘛，那也可以看多十二吧。如果的话哈，好，所以倒过来翻，如果哈没有办法避免哈这些这个资料啊，还有是电影电玩哦，被人家科比的话没有，如果没有办法避免的话，什么？奥苏拉库。我说啊，可是恐怕秀兰呢，空在这上游啊，将来的些这种这些多媒体产业有没有？嗯，科比么？空在这呢，利用的哦，这个什么？这个什么？科比的这个影印，那个什么？科比有没有拷贝？还有什么？他的这个使用这个空在这哈，使用这个内容产业的尼基索萨库的二次创作有没有？能不懂？嗯，二次创作知道哈。以原创的，然后再去改编哦，来做一些小作品有没有？嗯，导航像之前那个韩国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骑马舞啊，大家都是大家模仿啊，很然后还要有人推出类似的作品有没有？嗯嗯，导航啊，这个东西要小心，因为这个有时候被告。好，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学生，他以前很会做蛋糕，然后他蛋糕做到那种做那种人形蛋糕嘛，嗯，卡通图还有做那个什么，就是小叮当啊，做太像被人家告。嗯，他做那个《冰雪奇缘》那个啊，那个时候电影在卖，那他们做那个《冰雪奇缘》的那个什么两个公主那个蛋糕啊，做太像啊，被那个电影公司告。嗯，好、哦，那后来就不敢做了。好、哦，原本是做在卖，有没有网络上卖这样子？嗯，好、哦，那这样，那可能就是要你要过好几年啊，或者是什么？哦，那这样要、啊、过好几年哦，你不要在当下就做，有没有？嗯嗯 ，OK 好、哦，好，这样子我看懂。他说：“摸只有打刚好，有没有？”他说不哈、哦，恐怕将来哈、哦、这个红队的上给哈那个什么这个内容产业有没有它的营运，还有这个利用这个红队子哈、哦、利用那个这些内容电玩卡通的哈、哦、第二来做型来制作这个二次创作的这个作品有没有？是虽然是自由的，但是怎样？哦，但是谁萨克侠就是原作者有没有？迪耶奇加坎根萨雷哈坎根，好、哦、没有？嗯嗯，然后。OK， 哦，我多打一个 N， 我多给他 A 啊哈，我、哦、没有没有没有，还原哈，还原啊，是圆啊，不是 A 啊，写太丑，看不清，还原、啊，嗯，语言就是圆了、啊、没有？对，我知道，写成 A 了、啊、没有？那个、啊，这个要再那个分开一点比较像啊，我们刚才看成 A 了、啊、没有？还原沙雷鲁西库米哈，西库米哈，第一个是机械构造，第二个是精心设计的一个机制，哦，那、啊、这是什么？把这个利益，把这个钱有没有还给这个原作者的这个什么制度哦？兹库鲁要做这个制度有没有？嗯，好、哦，西卡纳库纳鲁达洛哈，西卡纳也是什么？只能了，我们只能这样做了。就是他是什么意思？说你前面要影印就给你，你前面要 copy 就给你 copy 的、啊嗯，你要二次创作给你二次创作，但是你要 copy 的时候，你要把什么？你要二次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你要把这个钱一点点钱有没有？嗯，使用费哈、哦，观看费，你要怎么样？要能够把这个什么，你好的，要、哦、不然能够要把这个钱要还给原作者。所以你看你要怎么看，你要怎么拷贝，你要怎么用都可以。但是你要有个机制说，你看的人要把一点钱还给那个原作者的。嗯，好、哦，这个意思怎么样？有，是看那个是只有嘛？我看到。嗯，然后现在很流行这种嘛？现在雅虎不是有那个，他那边不是有一开始不是有那个。那个有没有？他现在就开始这样做了、啊。他这样看片嘛，但是你要加入会员嘛。嗯。啊你看一个月几百块嘛，啊你看的时候，他那个钱就要还给那个原作者有没有？嗯。还给那个版权公司有没有？嗯。有啊，现在变这样了，没看到？所以他这个现在已经有人做出了，虽然这个是十几年前的书，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人开始慢慢做出来了。好，看懂？嗯。OK 啊，好，芝麻里。也就是说，我们要 CD 啊、DVD 那等哦，乌鲁喏哈，得往那库。那我是强调说，就说，也就是说，芝麻，也就是说，你不是卖 CD 和 DVD， 你不是卖这些，或者卖这些卡带、卡夹，没有，你不是要卖这些东西，也是什么 ？Internet 喏，五 A 呢？你要在哈 Internet 九呢？哈五 A 呢？九呢都可以讲，没有？你要在网络上，没有 ？Saku 型哦 ，Call 开始的哈，你要在网络上公开你的作品。所以呢，作品哦，只靠 hit 到 hit 到你哈，使用这个作品的人看这个作品的人没有？嗯。卡金思路哈，卡金就是根本什么收费哈？哦，有没有看懂？
你在网络上公开的作品，然后使用你这些作品的人，没有，你要跟他们收费，好没有？又拿 Shikumi 哈这样的一个机制，有没有收看者付费的机制？一 cos 如 Kodomi 拿入哈，转移到这种机制有没有？然后 Dewa Nai 达到嘎不是吗？我懂。嗯，现在会慢慢朝这种机制啊，就是不给人家下载，然后你什么全部都漫画的那种，啊，你去看他要给你收钱，有没有？嗯，好，那会吗？会。嗯，这是2000年的书还是比较？那应该是有那个下可以下载，然后也可以收费嘛？对，现在 OK 啊，哦，哎，可以下载也可以看，然后再收费这样。对，下载可能要钱，按，啊，那个收费可能就是好像我们看那个第四台嘛，对，第四台那个电影台嘛，啊，电影台播一次就是他要给那个电影公司多少钱嘛，嗯，那他，啊，现在就是那个是了解啊，哦，嗯，那他这个现在这个看片就是啊，你啊，哦，现在雅虎做这个看片就是，他这里面是正版的，然后你看的时候，你可能一个月要缴月费多少钱，然后你看那个次数，他再还给那个怎么样？嗯嗯，哦，懂哈，就跟 KK Box 一样。对 ，K 好，哦，OK 啊，懂吗？现在是要搞这样的没有？嗯 ，K Box 我没看过啊，哎，这音乐的，音乐的，它也是，就是你下载要钱是？对啊，按，啊，就是，它，啊，那个钱会还给原来的歌手吗？就是交给那个机制上面了，啊，他看他怎么去，他再还给歌手，啊，他会去跟唱片公司签约吧？哦，这样子哦，哦，类似这样，嗯，哦，所以他们，但是这样对消费者比较好，因为那个其实这样也比较贵啊。那不，嗯，好像是月费嘛，你可以下载多是？对对对对，哦，对，对啊，好，这样会吗？嗯，了解。我们来看下一篇哦，下一篇好看吗？哦 ，OK。嗯，谁打字的？有看。上课懂。好，我现在看哈。欸，先生，那个有 Gelu 跟 Sagelu 有没有什么方法比较好区分呢？就差不多啊。哦，有 K 我是听说好像有 Gelu 好像是躲火的东西，杀 Gelu 好像是躲事情或者是死的东西，是这样吗？嗯 ，OK 啊，区分会比较清楚，比较好记嘛，因为是有点搞混。杀 Gelu 哦，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日志点，日志点会写的比较细啊。嗯，如果你这个比较不懂的话，你要去那个什么呀？你看一下。你要查日字典，日字典他写的比较细，应该是解释给日本人听的嘛。嗯，懂哈？啊，你如果台湾的字典，他可能就写意思而已，他不会写那么细嘛。嗯，好，哦，你看一下。嗯，我看一下。嗯，好，有 K 鲁没有？嗯嗯。哦，对啊，他躲火的东西，狗啊，还是车子？嗯，移动的东西。哦，会动的，是不是？会动的，嗯，哦，好，看一下 Sakiro， Sakiro 应该躲事情，避开事情灾害。哦，像，哦，对，这个就没有躲东西，差不多这样啊，哈，这样，差不多是这样啊，没有，我懂了。哎，不过 Sakiro 好像比较常用，有 K 好像比较少。嗯，好，哦，OK 啊，因为，嗯，哎，懂哈，他说。沙瓦勒塔里被摸到，或者是什么，或者怎样？嗯，等下午见面嘛，或者是避免不要见面怎么样？啊，嗯，不要见面可能是人啊，或者不要被什么东西碰触到，没有接触到。米奥卡瓦斯是用身体去躲开，有没有？嗯，好，哦，看到，看到吗？嗯，好，哦，那这样，好，哦，像他的沙克好像跟你讲一样，他是躲哈，躲事情这样分。还有一个是躲，就是不要被人家碰到，或是躲开什么人，躲蟑螂之类的。哎，我看到，嗯，哦啊 ，koma ko 哎呀 ，koma shikuna hito 哦，不喜欢的人 ，mono jitai， 啥 k？ 嗯，好像看例句比较好分呐，啊。哦，了解。哦，他说直八名有没有？直八名是燕子。哦 ，who you know samusa 冬天的寒冷 ，sakeru 为了躲避冬天寒冷有没有？嗯嗯。他美尼米纳米黑瓦塔鲁哦，飞到南边去。哦，要躲那个冬天的寒冷有没有？嗯是燕子会吗？还是那种比较大只的那种有没有？鸟类。哦 ，OK 哦。伊多没有萨克德库拉斯哦，躲避别人的这个眼神啊，眼光啊。嗯哦，躲避别人这样哦 ，OK 哦。然后躲避别人眼光在生活有没有？
哦，空大之后 sakete 哈，躲避这个塞车有没有？塞车，好、哦，那跟你讲差不多有没有？啊，交换吗？嗯，了解。好，那我们看下一课咯。好 ，OK。那其他的有看哦？哦，有看。听力啊，听力要拉高一点。哦，了解。因为你这个读本看久了，其实你第一大题还是拉很多了。嗯。哦，那听力的话就是，哦，我们看一下哈、哦，听力大家看很多，怕来不及哦，40页。听力是看那300题吗？还有没有？你还有没有增加？我应该会再增加啦。我觉得好像。就是你要算题啊，应该再加个200题到500题会比较稳。嗯。啊、哦，你不要管它业绩，就是算那个题目量啊。嗯。的哈，因为就是那个完全那个东西完全赚不到考题啊。但是你听个100题，你程度就拉一点，听到200题就拉一点，听到300题就拉一点，400题就拉一点，500题就拉一点嘛。嗯。他如果你听到1000题，哦，那就不是拉一点，那是拉很多点了，有没有？嗯。的哈。那、欸、那边还有吗？我还没写，我现在写就是写。我还有第二，哦，我还有就是，哈、哦，那这样，我现在写300题嘛，因为2大本快看完了，那、啊、你要重复听哦，我有重复听了、啊，那你就要听，你可以就要听那个，然后练到会讲，有，就是你那个我要跟着他讲，那个速度太快，我要讲很难的，嗯，懂、哦，因为他那个很口语，而且不不不不没有，嗯嗯，他写到不停的不不不没有，可是一般日本也没讲那么快啊，可是如果你可以跟，就是说你不用跟到。100%，你可以跟到50%，那个进步就很大了。嗯，懂我意思哦。懂。好、哦，看似很快，但是我写要很久了，而且我现在学生突然变好多了。啊，因为就是过年的时候嘛。嗯嗯。过年很多人有新希望，他要减肥、学英文、学日文、学什么文的没有？那过年会有很多这种比较三分钟热度的。我知道。然后过2个月，这些人就是这些人会少一半。嗯，会减少。对，因为就是留下来就是真的想学的。那过年的时候会有这种。或者是暑假啊，什么假？对，这种就是会有人就是啊，对，我要，对，有人就会懂哈。只是这种都是过2个月就会，你就会真正留下来，是真的是有毅力，真的是想学的，而不是说那种，哦，懂哈。嗯，了解。嘿，所以这些大概2个月后他们就不见，就是会不见很多。嗯，啊，那留下来是真的是，哦，蛮不错的这样子哈。那我们看一下下一篇。OK。好，哦，他这一本探讨那个内容比较深啊。小库尼问卡诺库尼，好，职人文化的国家，你碰啊、哦？日本怎么样？嗯，没有，我换一下。这个是ものづくりは人づくり。我看错课是？你看错课、哦、第四课，我看到第四课。第三。哦，我看到第四课，等一下。好，我看一下。好，我看第一句哈。モノづくりは人づくりよ。モノ是什么？モノづくり是生产东西、生产产品、生产东西，有没有？嗯。料理づくり是做菜嘛？那づくり还有生产意思，所以做东西、生产东西哈。人づくり就是做人。那你就说生产东西就是培育人才。嗯。哦，因为你生产要工厂嘛，那你工厂要很多员工嘛，那你要一直培育你的工厂，做出好东西，还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嗯。看到吗？トレワトヨタ哈是什么？丰田汽车。Sogo 以来齁，他们创业以来是丰田汽车创业以来没有 AA 是吗？孜孜不倦的或很努力齁，我们翻孜孜不倦的，嗯，很努力工作的，还有人是翻奋发的，齁都有齁，有孜孜不倦的、很努力工作的或者是奋发的。OK 自己得有没有给打齁 ？Dekuru 是从以前做到现在有学过齁，有，齁，所以是从以前他们创业以来，从他们创业以来齁，然后什么很孜孜不倦的、很努力的什么。所继承的一个 KA 铁兹卡库哈的一个经营的哲学有没有？嗯，哦，要这样，不是现在是从以前就是一直继承这个什么这个他们企业精神一直继承到现在有没有的一个经营哲学有没有？嗯 ，Hito zukuri ni kodawari 哈，好 ，kodawari kodawaru 哈，原本是不好意思是翻拘泥什么有没有？所以拘泥形式哈就是很注重形式太死板有没有？好，拘泥形式知道哈。嗯，它 kodawari 是有点点吗？哦 ，kodawaru 有点点吗？那个打、对，那个应该是有啦。嗯、哦 ，OK 啊，这边没写到有没有？哦 ，OK 啊 ，kodawaru 是原本是很拘泥什么啦？拘泥型是什么意思？就日本人做事情一板一眼，很拘泥型，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要做5个步骤，1、2、3、4、5，
他们就真的会做一二三四啊，可是他人就为了偷工减料，我们就会省掉一个步骤或两个步骤。嗯，他军营型就是说，就是骂人家说你一定要照这个步骤做，然后你不会跳一两个哦，你会不会快一点哦？他讲，这有好也有坏的，好的就是说什么，他做东西会比较什么完整嘛，对，比较详。啊，坏的是什么？坏的时候有时候很急了，你还在军营形式有没有？那就害死人了。像之前那个日本政府大地震嘛，嗯，他那个。像每个政府单位要发公文，然后盖章发公文，盖章发公文啊，你就发你那公文跑下去，等一两个礼拜，那灾民那个东救难物资他没送出去，灾民就饿死了。嗯，然后那个时候冲到那个什么地震的是什么？是黑道，黑道开了大卡车，就第一时间就冲进去了。嗯，食物就发了，为什么？你们政府在这边军营形式那边盖公文，他慢慢盖，慢慢盖，你那两个公文盖完，那个车子出那个嘛军队来出去，然后去送物资的时候，人早就饿死了，有没有？嗯，所以有好有坏，有没有？这个有好有坏，看到。那后来是好的，是讲很讲究的意思哦，像ホタワリの一品，哦，很拘泥的一品是一道菜，你姓就两道菜嘛，所以很拘泥的一道菜什么，很讲究的一道菜啦，很讲究食材或者很讲究这个什么刀工还有什么厨师技术的一道菜有没有？嗯，如果去日本餐厅吃饭都常常看到这个字哦，很讲究的一道菜，看到，看到，那你这个课本这边ひとつ食いに。口袋里有没有很讲究啊、哦？如果好的我们就翻讲究，不好的话你就翻拘泥。所以很讲究，说很讲究要去什么？要去剃头之后要什么？要去那个培育人才，很讲究要去做人，很讲究要培育人才有没有？嗯。好、哦，我们看懂。谁敢修给你么？哈、哦，好，你是对，那么是也对这个成果主义有没有？嗯。啊、哦，成果主义知道，成果主义就是好的结果就升官发财。就是美国是成果主义，就是结果主义啊。你有好的业绩成绩哈，你就升官发财，就给你当大官有没有？啊，如果你这个 CEO 今年都没赚钱，好赔钱的就裁员有没有？嗯，这叫成果主义哈，看成果有没有？嗯，不看过程有没有？啊，所以我们 K 路是吧？我们上一课有嘛？好，我们刚才是没有 K 路嘛？嗯，好，我们 OK 啊，我们刚才是什么？眼睛背过去是不看嘛？但是你现在是 CEO 母 K 路是背过去嘛？就是转头过去有没有？转身过去，一个是没有 Mukeru， 一个是 Stay Mukeru 哦，那叫。应该是没有 Stay Mukeru 哦 ，Stay Mukeru 是哈、哦，眼应该是眼睛背过去有没有？对。啊，现在是背过去嘛？嗯。这样好，那什么向后转有没有？或者转过去，或者什么比较抽象什么？背离的什么啦？和叉叉叉背道而驰有没有？这个比较翻的比较文言文的，往反方向走有没有？嗯。啊、你看这句比较难，我写有没有？他说：“这个头头塔什么 ？Hito zukuri ni kodari 有没有？头头塔很什么？很拘泥，很讲究培育人才。看到，这是第一句哦，这是第一小句。看到，主持是头头塔，第一小句啊，第二小句。哦，头头塔对这个美国这种成果主义看结果嘛的这种成果主义有没有？还有对什么？迪斯多拉什么裁员？哦 ，CM Kru 哈，他跟这个美国的什么成果主义跟裁员制度哈、哦，美国就哦没不赚钱要裁员嘛。”他跟他的美国这些制度怎样背道而驰，就是发不这样走嘛。嗯，他跟他反方向走有没有？修心雇佣哈，终身雇佣制度有没有？马莫里哈，遵守好、哦、去遵守这个终身雇佣制度的，直至佩鲁持续遵守这个终身雇佣制度的开下嘎好的一个公司，有没有？嗯，看到吗？他不像美国这样随便乱裁员嘛。嗯，没有他讲，他们是他讲，那这为什么？军 A K 哦，纯利润哈，净利有没有？嗯，一兆 N O K O L 哈，它为什么可以它的赚的这个利润可以超过一兆元？有没有看到？嗯，哦 ，Americano Big 股哈 ，Big 股是什么大的 ？Big 股最大的三个什么？前三大公司有没有？哦，六卡数零价就超过哦，可以超过美国前三大公司的这个赚的钱有没有？嗯 ，Top Key 哦 ，Tonada 哈，可以变成那个顶尖的企业有没有？对吧？可以超它很大，而且可以它很赚，可以赚超过1亿元，而且可以超过美国前三大公司有没有？嗯、美国前三大是苹果嘛？有没有？嗯。还、啊、有什么？有没有？还有那个亚马逊嘛？嗯。哦，亚马逊那个有没有？然、哦、后、哦，现在应该没超过了，就以前应该有超过。嗯。啊，看到没？嗯，了解。嗯。好，修心可有谁？哦，没有。好，现在知道年功哦，年功九类子卡达哦，进勤有没有？进勤是工资哈、
年工序哦，年资年空就是年资哦 ，OK 啊、哦，顺序排列型工哦，工资哦没有，工资照年资去排的啦。以前你有没有听过？以前有没有听过日本跟你讲过？二十岁，他们这种终身雇佣制度，我们二十岁进公司，你的薪水就是一个月二十万，那、啊、你做到三十岁嘞，一个月薪水就是什么？三十万。嗯，那你做到40岁，一个月40万；那你做到50岁，就一个月50万。嗯，好、哦、啊你的这个什么，你的那个升迁也是照年资，啊，你的薪水也是照年资，这样有好有坏。好的是什么？很像当兵嘛，越老的领越多嘛，然后越过得越爽嘛。嗯，所以人就什么，人就想做得越久嘛。对、嗯。可是缺点呢？缺点就是变大家都混年资啊，年轻人不会很想冲啊。嗯，懂吗？如果年轻的像美国这种是年轻的你冲你业绩好我就给你升官，啊老的你年资不好我就给你那个嘛。所以日本这一种还有个缺点就是年轻的不想冲，啊老的只想混，大家要混年资嘛。嗯嗯，懂吗？但是优点是什么？大家对这公司会待很久很久，有没有？嗯，好、哦，好，看懂，这叫年工序列型哈、哦，工资有没有？工资照年资去排这个意思有没有？看不懂？懂。你台后塞雷鲁，你用卡达 K A 你太死掉。对于这个日本的经营模式有没有终身雇佣制度，还有什么年资是照这个，哇，你的薪资是照年资去排这种有没有？还有那个公司的地位是照年资去排的有没有？这个日本的经营的这个模式有没有？嗯，好，我看懂。好，能力主义哈，能力主义哈，就是美国的，有能力就给你升，没有能力就砍人，怎么样？谁卡修基诺塔基巴卡拉，还有从成果跟成果主义跟能力主义的这个立场来看的话，没有。萨马扎马那哦，萨马扎就一路一路各式各样的哦，黑凯哈、哦，各种的这个弊害，各种的缺点，有没有？西德基塞德基达被人家指出说有各种的缺点，有没有？好，看到没有？他都会把例如嘞，修心可要谁哇？例如终身雇佣制度，有没有？哦，没有。好，这个。他可以念 call 啦，也可以念 taka 有没有？嗯 ，call cost 哦，如果因为你音读是念 call 嘛，那你可以念 taka 啦。那课本好像是念 call 有没有？嗯，那、啊、你可以念 taka cost，taka cost 有没有？高成本，但是你这边应该念什么？你刚刚是念 call 比较好嘛，因为人家觉得你比较水准有没有？你这边要念这个 call cost 有没有？高成本，嗯，懂哈？懂。那、啊、你如果念这个？他开 cost 也是可以，他开 cost 也是可以的。现在人家觉得你比较没有水准，为什么？他开是初级在讲嘛，没有？嗯嗯，懂吗？然后我这边没有写到，我忘记听录音带了，所以我给他写他开，应该要写 call 才对，有没有？好，了解。懂吗？明天他开可以，但是人家觉得什么？念 call cost 比较这个比较难，这个比较有水准，有没有？嗯嗯。好、哦，看懂吗？台西子哈，所以这终身雇佣制度是高成本的体制哈，企业是高成本体制哈。Gen Q Daru 哈，是我们看懂的一个元修，有没有看懂？那这两个意思一样，要考同一副词。酒后你哦，真正的凶手元凶，有没有？嗯，看懂吗？懂。嗯，多卡是举例什么拉什么拉，说终身雇佣制度这个对企业来讲，哦，这是高成本的元凶嘛，有没有？嗯，年工一直升一升，人家年资越高，有没有？薪水越高，有没有？好 ，Koyo 哦，有没有 ？Koyo Chose ga。雇用调整木之卡西库是很困难的。Kiki Hendo ni Yoai Doka。好，终身雇用制度好没有？嗯，没有。他要调整这个什么？调整雇用是很困难的，很难因应对这个什么？对这个景气的变化，它是很弱的。因应景气的变化是很弱的，没有？嗯。那终身雇用制度是什么？就是都完全不砍人嘛，完全不裁员嘛。但是如果你景气不好的时候，公司没赚钱呢、欸？你就高成本的嘛。那如果他可以，就是你如果是走美国那个什么裁员的话，你可以啊，有赚钱就多一点的，没赚钱就砍的。那对景气的那个变动，他们因景气变动是只有一次很强的，有没有？好，这个意思我看懂。OK 啊 ，90年代奥库呢企业啊，在90年代很多的企业有没有？迪士多拉尼有得哈，你有得，你有如是由于这个裁员有没有？很90年代日本有很多企业由这个裁员有没有？嗯。企業再建再从企业再建，就是我们讲的企业重组啊。实施内得打 talking 哦的这个时候有没有由这个裁员来进行企业重建有没有？嗯，看到吗？嗯嗯，那就好。
这个时候没有，这个时候没有 ，Toyota 哇哈，这个时候这个 Toyota 是 Katakuna 哈，是那形容词，很顽固的，他们还是顽强的，很顽固的，没有，没懂？懂。啊，你这个 Katakuna 是那形容词，所以你这个你再加后面的动词，所以 Katakuna 你加后面的动词，后面的动词是麻摩鲁没有 ？Katakuna 你修心口又谁有麻摩打哈？所以 Toyota 还是很顽强的，很顽固的来什么来什么来遵守这个终身雇佣制度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全部。日本那些都换那个美国那种裁员制有没有 ？Toyota 尼瓦霞因蛙哈哦 ，Toyota 说哈、哦、这个员工是什么 ？Dori Kairu 是什么交换的 ？Kano na Jidosha 不行对吧？那好说 ，Toyota 说员工不是能够哦，所以随便交换的这个汽车零件有没有？嗯，他说人不像汽车零件可以跟你随便换来换去有没有？嗯，好看到吗？嗯，好 ，Toyu 好、哦、他有哦 ，Toyu 是说哈。哦所或者是所谓的，还有所谓的卡科塔鲁哈，这个塔鲁是古语的德亚鲁的事哈，所以卡科德亚鲁是他有很坚定的信念哈，他有很坚定的信念，他是有这个很坚定的信念，哦，就是说，就是他们不随便开除员工，他们要搞终身雇佣制，有没有？嗯，看到没？就是以前那个日本战国时代嘛，那个都会养家臣，有没有？嗯，然后他们这个就是终身雇佣制度，是他们战国时代养家臣。哦，就是你当我家臣，我养你一辈子，有没有？嗯。哦，但是现在因为日本现在要学美国，所以美国是搞裁员制，有没有能力制、结果制，所以他们就现在就怎么样？但是其他人就这样换了，但是他们还是遵守这个，有没有？嗯。好、哦，万总，他们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有没有？好、哦，万总。嗯。アメリカ方の雇用制度では哈，在美国行的这种雇用制度有没有？技術哈，他的技术有没有？啊、哦，伝承传承技术 ，Dekinai， 他没有办法去传承技术。好 ，Toyu no mo 上一课有什么 ？Toyu no mo 就 Toyu no ma，Toyu no wa 怎么说嘞？有没有 ？America de wa 在美国哈、哦，不卡尼哈、哦、尼是对象，对部下，你就只有 oshie de， 如果你教部下技术，有没有？基本呢 ，koi tada 哈，如果你教部下技术，就部下超过我了，有没有？基本呢，自己哈，我自己的地位有没有？阿亚乌伊就危险了，嗯，怎么样？那阿亚乌伊去一家苦难，说阿亚乌苦难了，我自己的地位就变危险，因为我部下的技术超过我了嘛，嗯、那我就可能被他干掉，有没有？嗯，托坎盖鲁西哈就会这样想，有没有？所以就会怎么样？就会留一手，有没有？好，或者是不交，你懂不懂？或者留一手就不交，你看到？嗯，看到啊。懂、嗯。开下黑呢 ，Kizuku Ishiki 哈，不 ，Kizuku Ishiki 哦，对，开下黑就是对公司的。基佐库一起的这归属感，对公司的归属感，说打子弄鸭子否定哦，就不会成长。好、哦，说 OK 啊，说打子因为重视成长嘛。如果说我教部下有没有部下超过我了，我就被他干掉了。大家，嗯，那就大家对这个公司的那个什么归属感、责任感哦、忠诚心就不会成长，有没有？嗯，看到有，了解。可是。和他们这种好像是小，他们是小组跟小组的竞争，那你小组跟小组的比业绩嘛，那你比业绩，你上面的那个老，你上面那个组长，你要教部下教越多功夫，他成长越快，那你整组的业绩才会强，嗯，所以就变成什么，部下要很努力学，啊，上面的很努力教，因为他们跟每一组竞争，嗯哼，哦，但是你美国这个是个人的，如果我下面的部下把我干掉，我就没有，可是日本他那个好像是，我之前好像看过他们那个是。分很多组，然后每一组都是要比业绩的，所以我的技术要赶快教部下。那我不会，因为是终身雇佣制度，我不会被开除嘛。那我的部下越来越厉害的话，他们就越做越多，那整组的业绩就 越好，没有？有。好、哦，那老姐好，那上、老姐好，老姐。所以他相反了没有？哦，他真的没有写这么细啊，因为我之前好像有翻过那个书。我现在是翻什么？你知道，有个台大的，他透过那个翻译社，然后教我翻这种，就是这种什么企业经营的书嘛，嗯，给我翻，他拿整本给我翻了，我翻到一半的时候，他说你翻得太好了，继续翻，因为他要抄论文啊，嗯，那个台大是垃圾，他要抄论文，嗯，懂哈，他要抄那整本，结果整本翻完的时候，他跟那个翻译社讲什么，你知道吗？我真的我翻到一半的时候，翻到在5000-6000块了嘛，就翻一半，然后整本翻的是10000多块，然后14000，就那个台大生就他整本拿去抄了，他抄论文嘛，嗯，就他就靠背说。怎么翻那么贵？我哪有那么多钱？我是学生呢、欸，你可不可以砍一半？嗯，懂哈？然后他就后来就是翻译社跟他说：“哎，不能你付个七八成好了。”嗯，好、哦。那后来他那翻译社再赚一笔，就给我一半而已。
嗯，那我觉得他有够垃圾的。嗯，就是你是那个你懂，他好像是硕士，他要抄那个日本的整本的那个人家日本的整本的那个什么经营的那个什么那种参考要抄的就对了。对，他整本就抄哦，人家抄完的他你整本跟他翻完的时候，抄完的时候他说没钱付。嗯，懂我意思哦？懂。好、哦、啊，真想不来扒雷，你知道吧？你已经抄，你已经用抄的，你的论文已经是用抄的，你还，你懂？那我如果去揭穿你懂意思吗？对、啊。但是我不认识客户啦，应该是透过翻译社嘛。可是我觉得这样做人也太那个怎么样？嗯。就是怎么讲？你抄，你已经抄论文了，而且你人家帮你翻的，你抄整本，你还不想付钱？对、啊。就垃圾怎么样？嗯嗯嗯。要讲，那那个翻译社也是很垃圾，因为翻译社他就接这种案子，他就抽你两三成嘛。嗯，啊，你后来那个翻，你再翻这个人就变成一个，就是你是个体户，你不是个公司，那你常常会，我在翻译社身上翻很久，常遇到这种事情，就是翻到一半的时候说你翻得很好，太棒太棒了，赶快翻，翻到完的时候给你找一些借口给你扣钱，就是类似那个像有的人是白嫖的那一种意思是一样的。那我觉得有可能不是那个，有可能不是那个台大，那个台大还是他可能有这样讲，但是他还是被逼的付全额，而我觉得是那个翻译社那个接案的那个人。你啊，现在重点就不知道是哪一方面。对，你懂，我觉得应该是中间那个，因为我每次接那一家公司都是这样子。嗯，他们就是后面要找一大借口，就是说中间翻了很棒，你继续翻，然后翻完的时候跟你讲，哎，其实没有收到钱什么的，就给你扣很多钱。那应该是翻译社的问题，因为他是接的人嘛。对啊，然后他们那都不请正职翻译，他们就是他有哦，就是他们有一大堆什么语的翻译，他就每次都这样。他们那一家每次都这样子。嗯嗯。他们叫叉叉姐妹翻译社这样子。哦，不好意思讲啊，可是其他家就有一些就很好，其他家不会这样、啊。你干脆下次叫他先多少先处理给你。对啊，再帮他翻。哎，懂。不然都每次都给你。没有，我现在没有再翻那个的、啊，因为他们我就发现那个业界就是他欺负你是个体户嘛。哦，对啊。嗯、然后你不是你如果直接跟那个人讲，你跟他沟通就你懂意思吗？嗯。可是他都跟你讲事后状况，可是那个你懂吗？嗯嗯嗯。OK 啊、哦。了解。然后遇到好多次。嗯。OK， 而且我看他们那一家后来他们又成立很多家，他们用好像是用人头户嘛，这样一家一家，因为一个翻译社后来叫好多名字哦。嗯，对啊，怎么样？嗯，好，我们看哪里哈？嗯，传承。好、哦，传承哦，所以没有办法传承，怎么样？看到那个，哎，归属的那个。好、哦，好，我们看一下。没有相信力。哦，哎，好 ，OK。好说，其实只有修道苦修通，修道苦是习得就学会有没有？嗯，他如果学会这个技术，我们偷就怎么样？是苦天修苦哈，天修就换工作，是在西马乌卡拉迪亚路。他如果学会了，他就跑去跳槽了嘛？嗯，就跑去别的公司有没有？就换工作、嗯，然后越跳薪水越高有没有？嗯，偷到头啊，其实是偷油脑啊哈，偷到大说哈，说到这个哈，偷油是说到这个技术有没有？嗯，趁把爹哈，他是在现场，在那个什么工厂的现场有没有？OGT 哦，他这个叫 OGT 什么 ？Shokuba Nai 困点哦，是什么？职场内训练哦。哦 ，OK， 哦 ，Otoshi 他们透过这个职场内训练，他们叫做 OGT 有没有？嗯 ，OJT OGT 哦 ，OGT 哈、哦、，OK 啊、哦。嗯 Mini 之 K 五哈，透过这个他们职场内训练这个东西来学会的有没有？嗯，我等是什么？在现场，在公司现场那上面就教你就赶快学有没有？嗯，那学要然后要做出业绩来跟其他组竞争有没有？嗯。先輩から後輩へ転職されるものである哈，是从什么学长哈前辈，好，然后什么交给后辈的一个传承有没有？传承技术有没有？嗯。いい仕事をしてもらうためにを为了能够得到好的工作，マジメに頑張っていれば哈，如果你很认真的努力的话，没有。雇用は守られる哈，你就可以守る保护守られる，你就能守护住你的工作有没有？嗯，守护住你的雇佣，就是说你可以保护住你的工作，有没有？嗯，OK， 我们看到、哦。嗯嗯，谁心得起呢？安心哈、哦，这个经营上的安心，不靠开支得下如何？那你就哈、哦、来讲，经营上的安心是不可欠缺的，有没有？都要砍开打哈，是他们是这样想，说你只要认真，哈、哦，我不管你会不会拍马屁什么，你只要认真，你就可以守护你的工，守住你的工作，有没有？嗯，让他有这种晋升安心，你只要认真工作就好，你不用去管太多，有没有？嗯，好，看到没？懂、哦。看啊，これは，哦，这一句哈、哦，従業員を家族と考え哈，是把什么？从业员的工作人员，把工作人员想成是家人，怎么样？嗯。好、哦，家庭的起伏を
加切托食物哈，把家庭式的美好风气当成是公司的基本方针哦。加这是公司的基本方针，懂不懂？嗯嗯，懂。他是当然不开除人嘛，他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工作人员想成是家人，然后好这样，然后他们那个工厂有一个就是公司有一个是哦这个家庭的，好像带到大家的大家族有没有？嗯，他老板是我们的老爹还是长辈有没有？嗯嗯，好，能看懂。哦，嗯，这样，终极的那个最后一课也是这样子，有没有？嗯，好，好几课都讲这东西，有没有？好，好，这样没有？嗯，嗯，好、哦，然后这个是什么 ？Toyota 收购以来呢 ，Kyo Bunka Demo Ada， 这是 Toyota 创业来的，这个它是他们的这个企业的文化，哈、哦，那个摩是野啊 ，Daru 是四嘛，按摩是野，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的企业文化，有没有？因为它第一个企业文化是什么？哦，就是做东西就是培育人才嘛。嗯，那这个是第二个，说这个也是他们把员工当作是家人，这个也是他们的企业文化，看到？嗯嗯，看到没？哦。ハーバード、ビジネス、スクール、ノーケンド、哦，博物、and、教授，哈，这个叫哦，哈巴特，哦，什么？毕竟是什么？商业，スクール是学校，一个叫哈巴特商业学院的，一个叫ケンド，哦 ，OK 啊，博物、and、教授，哈，一个叫ケンド教授，一个是叫ケンド的这个教授，有没有？Toyota 呢，只有傻娃哈。Toyota 很强的一点有没有？很强的地方有没有？那种 Choki Deki Nasia Day， 他用长期的一个视野，用长期的观点有没有？嗯。好、哦，就叫引哦，就是是谁？你米德鲁哈，他是哦，他用长期的观点，他们很重他哈米德鲁，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什么很重视他们的员工有没有？嗯。そして然后 Call no be day 鲁哈 ，Call no be， 然后他这样讲有没有？这样叙述，诺贝尔是叙述，有没有？还有台湾 ，Ken 版哦，就够用哦，都不多对那股哦。OK 哦 ，Hido 都是的，阿兹卡五都阿兹卡五是什么？使用还有对待。嗯、那 Hido 都是的阿兹卡五什么？把他们当作是人来对待了。他说 ，Toyota 不是把那个现场工作人员当作是机器人了，他们把他当成什么？当成人来看，有没有？嗯。OK 哦，我懂。懂。Toyota 呢？他说哈，他说这种想法 ，Toyota 的这个想法有没有？嗯。哦，我懂。Joki Deki Daru 哈，他们是长，他们的想法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不是为了短期利益，是为了长期的，有没有？嗯。Jugo Ini Toshi de Kyokushi 哈，他们投资他们的什么 ？Jugo In， 他们投资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教育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 ？Nagai Mei De， Nagai Mei De 是用很长远的眼光，有没有？嗯。Seikao Kari Toru， Kari Toru 就是割稻是割的意思，割稻草啦。那 Kari Toru 就是收割。那卡利伊列鲁也是收割，所以他们用长期眼光来收割这个成果，有没有？嗯，他是投资他的员工，教育他的员工，员工的技术越强，有没有？嗯，那长期下来的话，他们就是什么？他们生产的那个能力会比较强，有没有？所以用长期眼光来收割这个成果。摩黑多子另外一点是什么 ？Tedeki 哈 ，Tedesta 好，他们彻底的有没有 ？Tedeki 他们彻底的有没有 ？Kamba Shugini 他子哈，他们彻底的建立一场现场主义。现场什么学？现场小组小组的竞争嘛？啊什么？上面的教下面的有没有？哦，那个传承技术的，他们建立起这个现场主义有没有 ？Toyota Kaizen Hoshiki Daru， 他们叫做 Toyota Kaizen Hoshiki 哦，叫做 Toyota 这个什么的这个工作改善方式有没有？他这个还蛮有名的，我之前翻的书都类似这种书。嗯。OK 啊，所以我想起来那个事情，那个大概是七八年前哦。嗯。哦，就翻整本给他翻的话，整本抄哦。嗯，好，那讲就读到硕士论文还不会写，还要看人家翻的，然后翻我还不想付钱，哦，嗯、这个就是很夸张，有没有？对，哎，我看，可是我觉得是应该是那个翻译社在搞的啦。嗯，我觉得也是，因为你那个学生他没有出什么社会，他不可能那么油条啊。对，而且要那么油条会被翻译社告嘛，一定是翻译社那个。翻译社会跟他处理啊，对，一定是翻译社的问题啊。对啊，因为不是他那个好几次都这样，他那一家好几次都是这样了。嗯，那就 那后来我就不翻那一家了、嗯。他们就是很习惯去说有问题，然后去坑那个翻译的那个个体户。嗯嗯嗯。哦，这个哦，那就只有那一家这样，其他家没有这样。嗯嗯。哦，然后你看一下 K， 有没有看到没？所以他们有个叫做、嗯、这个还没有赢的，这个如果是那种什么那个叫什么公馆的那种书有没有？有这种什么 Toyota 开真后期有没有？有 Toyota 这个什么改善方式，应该是工作改善方式有没有？嗯。Kenba Dewa 在现场有没有？技术 Deki 呢 ？Gen Q 开有 Toshi 的哦，在现场他们有
自主性的这个研哦，通过这个自主性的研究会有没有？投资的是透过或哦，透过这个自主性的研究会有没有？哦 ，QA 困难的 O'Connor 哈，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小组小组，因为每组要竞争嘛，他们有自己的大的会训练那个小的，然后他们有那什么研究会有没有？然后来举行那么哦 ，O'Connor 是 O'Connor 是举行 O'Connor 被动，他们会举行那个教育训练有没有？好，台子啊，重点在哪里啊？好，台子，这是这一张嘛？好，台子是络绎不绝的，有没有？好，这边哈，台子台独是断绝的，断掉的嘛？那台子是不断的，吼，或络绎不绝的，有没有？好，所以口呼哈，所以口呼是哦，创意思考哈，创意思考，提案杀谁啊？好，让就是。让 success 是叫员工，让员工，所以让员工不断的提出这个有创意的点子，有没有？有创意的点子，看懂？看得好。就是他们去教育部下，哦，教育新人，然后再给他们提这个，当提一些案子，有没有？有。哦，有没有？谁先看板哦？开征卡兹多 ，QC 后是几个？我看你得路哈，然后在这个生产的现场，就是工厂，他们就进行这个。改善活动有没有来进行的改善活动？他们叫 QC 方式有没有？看懂？好 ，K 哇 ，C 空喏，哈 ，C 空喏，修金尼纳鲁纳哈。好，东山加纳是命运型否定有没有？他说你经营公司有没有？不要变成成功的囚犯了、啊。成功的囚犯什么意思哈？我后来有想哈，因为成功的模式都是大家这样做就会成功嘛。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嘛。但是时代在变嘛，你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这种模式，你这样做会成功，可是二三十年后了，很难讲。时代变了，这样就不会成功了嘛。所以说你不要成为成功的囚犯，就是说你不要成为那个成功模式的犯人，就是说你不要一直照那种以前那个方式啊，因为时代一直变嘛，了解吗？如果时代不同了，你这个方式肯定不能成功了，没有？所以不要成为成功的囚犯了，没有？开奈科斗噶以及半瓦路由，你不改变都是最不好的，没有？偷是。指前面这两句，偷是指前面那种指这两句有没有？指得你长长的，下引你舞台路哈，舞台路是告人，还有告诉别人怎么样？那边就是告诉员工，常常告诉员工说你不要不改变哦，你要去想，你要想新的有没有？一时期啊，一时期开个苦和摩托没得路哦，要寻求这个意识上的改革有没有？看懂？好，那这样，因为如果不改变，就会被新的那个企业给干掉啊。像这种百年老企业，他们说，他一直叫他们要提新的案子，有没有？好，看懂。好，我们看一下哈，接下来，信守，七支八字有没有？信赏必法，就是功必奖，过必罚，有没有？看懂？好 ，OK 啊、哦。他是提案 ，all study 哈，让他们去提新的案子，有没有？好，技能叫什么？技能他干没有？干没有是他用词，提高技能啊，提高你的技术有没有？技能他干没打去到九一黑那西高多，九一是什么？上面的职位，修心是升职哦。如果他技能如果变强了，那就让他升官有没有？看到吗？加库尼如果相反的，加库相反怎么样？技能呢？可教哈，还有技能的向上提升，提升技能有没有？这个会考，这一级都喜欢考这种。堪巴西是花很香，还有人的名声很好，它是好的意思怎么样？那什么，堪巴西苦奈不好的，他技能的提升都不好，就是他技能没技术没什么进步，有没有？修心加奥库雷达里哈，就让他比较晚升官，有没有？或者是什么，他处罚嘞，其他呢，西高多黑哈，就往下面的工作哈。科卡库所降职，就要让他降职。你如果没有提升技术，你升迁就很慢，甚至还要降职，有没有？我想看懂，科卡库啥时候让他降职，有没有？他叫死路，我看懂。Sono imi dewa 哈，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imi 是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 ？Toyota no Kenbawa 在 Toyota 的现场，之内呢，哈，常常是什么 ？Kiso e r 五哈，东二加五是互相嘛？其实是竞争，所以其实也是互相竞争，好像小组小组来竞争，有没有？打 Q 修实路哈，那互相的什么？互相竞争哈，然后还在学习的 Society 的一个组织，有没有？好，这样会吗？好，先喝个水，上个厕所好了。
喂，有听到吗？好、哦。嗯。OK。好。啊，我们看哪里哈？然后下这个31页第二段哈、嗯，第三行有没有？哎、Toyota 自动车呢，开久会长就是我们长总裁有没有？嗯好几个公司里面最哦，一个公司的那个老板叫社长啊，好几个一个集团的那个大老板叫开久，我们这种算总裁有没有？嗯。好。秋不息哈、哦，不休息哈、哦，那个这个士是尊称啊，嗯，好、哦、像我们讲什么先生那种有没有？那个他的那个 Toyota 哈、哦，丰田，哦 ，OK 啊、哦，汽车的会总裁哈、哦，叫张富士夫有没有？嗯啊，这个蛮有名的，他很像我们王永庆那种地位那种，嗯哦，都大企业家有没有？他之得哈，过去曾经有没有？嗯看智慧考哈、哦，嗯，好、哦，那种，懂。所以看可以下看一下在这个世界经营者就老板哈，世界经营者会议有没有？对 ，ONC 哦，他有在那边演讲有没有？嗯，他说什么？侠因六苦 cos 正式哈，说员工的这个能力哈，员工的力气，员工的能力有没有？嗯，正式什么 ？Kyo no hatten yoku dialo， 正式企业的发展力有，员工的那个能力，正式企业的发展力有没有？嗯 ，Kito tai setu shu godo 有没有？好，还有的去哦那个。台式子你属是重视珍惜有学过哈，有，所以你要珍惜这个人才有没有？看到啊，嗯，看到，这个 Kodo 哈，这个事情有没有会怎样？普遍的哈，普遍的，普遍的呢 ，Kigyo no seijo no gensen dado omoteru 哈，他说这个哈，这个事情哈 ，gensen 原本是水涌出来的地方，有没有？嗯，还有这种事物产生的地方有没有泉源有没有？譬如卡兹六库 no gensen。哦，活力的泉源，看懂？懂。他说这个什么？他说，哦，员工的这个能力，哦，正是企业的发展力有没有？那你要重视这个人才的这个事情有没有？它变成你企业成长的一个泉源有没有？嗯。Tono Belu 哈，他这样讲有没有 ？Toyota ga okina henka ni taiyoshi 哈，哦，这个 Toyota 它什么？它有哦很大的变哈、哦，它可以 taiyo 是因，它可以因这个很大的变化有没有？嗯，可修业期间只是可以得入的话，它可以什么持续哈、哦，持续有这个高收益哦，它可以持续赚很多钱，有没有？嗯，是你要的是优于什么 Toyota 呢 ？C3 开 J 哈 ，C3 开 J 哈，它有个叫 Toyota 的生产改善的这个工作模式，有没有？嗯，那 OK， 它有很大的一个扩改，还有一个很大的效果，有没有？嗯，好，看懂。哦，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那个。生产的那个模式怎么样？然后用这个模式，他们赚很多钱了没有？嗯，看到没？哦，好 ，so stay。然后他说什么？人間が他の動物と違うのは哈，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考えることだ哈，是人类会思考，人类会思考，所以跟其他动物不同，怎么样？嗯，
看刚才都那个苦哦，欧塞鲁哈，你欧塞鲁是去压抑哈，如果你去压抑这个思考能力有没有？嗯，求西嘎有道理哈，道理是依照按照，有的是依照他讲的有没有？依照这个上司讲的，压力压力去哈，命运型哦去做哈，依照上司讲去做，就是上司讲什么就去做什么有没有？偷油的话，如果是偷油哈，所谓这样子或这样说有没有？是吧？您跟谁？您跟谁有人性？无视是得路哈，是忽无视人性的，是忽略人性的，有没有？有。一路斗零零压力哈，照什么？照上司讲去做哈，像当兵的时候，上面讲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他有的话，如果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话会什么？就是忽略人性的。哦，当兵越久越不就这样，没有？都自己不用想上面讲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嗯，看不懂。嗯，就这样。嗯，头求求死路，他这样强调嘛。想要说你要给员工思考，你要重视员工有没有？然后要培养员工能力，员工能力也想哦，企业的成长就那个了。好，他后代哈、哦、在其他方面有没有？嗯。好、哦，巴布鲁可以在后开口哈、哦，还有这个泡沫经济崩坏之后有没有？嗯。哦，然后90年代哈、哦，在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坏之后有没有？嗯。看到吗？阿美卡卡达 K 哦，就是对美国的这个经营模式有没有？嗯、哦，模仿就模仿，就模仿美国的经营模式，我们懂。年破谁哈？年薪制，哦，投牛哈、哦、就怎么样？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打入美国的这个模学习模美国经营模式，就什么年薪制有没有？打入年薪制什么 ？Seika Shuki 还要打入美国的成果主义有没有？嗯，你看 Kyo 吧，二苦哈，就很多日本系都变这样，我们看懂。嗯，这样。但是的哈 ，K A 开个苦尼失败是的，但是他们的学这个美国的这个什么这个方式，就是他们经营改革有没有？嗯，失败的哈，他们但是他们失败了有没有？嗯，有很多企业他们是学美国，就是裁员嘛，成果主义嘛，有没有？很年薪制嘛，能力主义嘛，但是很多企业都失败了嘛，很多企业都倒了有没有？很多公司都倒了有没有？嗯，为什么？所以哇，好像是说那个什么 list 啦，好 list 啦是吗？有你说你这个裁员。呀，谁开始给你有得？他说你有这个裁员，还有这个成果主义有没有？他是讲你的确以积极的去呢，你一定什么短时间的一时的是短时间的有没有？我问到，嗯，做一起个五马六，你可以产生短时间的，哦的这个增益就是增加收益，你可以短时间增加收益有没有？嗯，但是そのハンメン，但是相反的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下影哦。开下黑呢，就是行哈，黑是对哈、哦，那个什么，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心有没有忠诚度有没有？嗯，无锡那瓦雷哈，就失去了员工对公司的忠诚度了，业绩不好就砍人了、啊，不管他以前立下这么多的什么业绩还是什么功劳嘛，但是他只要一季业绩不好就砍人了没有？所以就是没有忠诚心有没有？没有员工对公司就没有忠诚度，因为企业变成狠有没有？嗯，现在那卡爹哈在员工之中有没有？協力意識哈，協力是合作的这个想法、意识和想法哈。员工之中的这个哦，员工跟公司合作，还是员工跟员工合作的想法有没有？哦，不是的哈，就变薄了，看懂？嗯，就变小了，没看懂？看懂？哦，因为随时都被裁员嘛，干嘛那么认真？没有？是。结婚赛，好赛吧，没有是哦，句型哦，只要什么的话没有？那优如是嘛，对，优于是好嘛？对不对？嗯，好、哦，意义是要变优移才能变化嘛？对，那优移的八型是去一家可以吧？那么学过？有、哦，好、哦哦、，OK、哦。所以你这边是前面是塞，后面是把，就什么的话嘛？好、哦，以前我们学什么？以前是 OK 的把啦。那好，那、哦、叫当你塞，然后再加把，就是这个语气更重的讲法啦。那一样的意思，好、哦，甚至什么的话没有？好、哦，那几分自己嘛，塞也 OK 吧，只要自己好的话嘛，意就好嘛，我自己好就好嘛。嗯嗯。但是我什么，我自己好就好，我不管公司死活啦，我自己好就好嘛。嗯嗯。头 ，ego 一只母哈、哦，那个 ego 是自私，一只母是主什么主义，所以就是利己主义、自私的主义有没有？那我们就翻自私啊，自私自利有没有？哈西鲁会跑嘛？就是原本一个人在他的想法是在是什么？他是中间的，就是他的想法会偏跑向自私主义，什么意思？就他想法会偏重于自私啊。
他的想法会跑向自私，有没有？他的态度会跑向自私那一边，有没有？嗯嗯嗯。又你那打后变成这样，有没有？卡德亚鲁，有没有看到？好，我之前有教过工厂主管，他说他原本只是个做铁工的，在工厂做铁工，一个月大概20000，后来跑去读书，跑去进修，然后他在工厂上班，他就把整个工厂流程都学起来，每个工厂都去，每个部门他去偷学，结果后来就是做几年就跳槽了，然后跑去另外公司讲，我可以，我知道上个公司做什么，我可以把上个公司的秘密全部带过来，结果那老板就用双倍薪水来请他，然后就当厂长，然后他做两年后跳槽了，他又去另外公司讲，我可以把上两个公司的那个秘密告诉你。就他就越跳越多钱，但是他从来没有对着公司怎么讲，有那个忠诚度。他就是他越跳越多钱，是因为他知道上个公司的整个制造流程，他每次都去看这个，嗯，然后就带到下一个公司，然后越跳越值钱这样子。嗯 ，OK 啊，然后每个老板，台湾老板都很奇怪，台湾老板都用在都会用更高兴的去请他，为什么？因为他想要知道其他公司的秘密，然后让自己公司变得更好。嗯，好，可是这样我觉得这样好像没有忠诚度了。对，懂哈。哦，那他就说他越跳越值钱，因为他就是去卖上一个公司的那个机密，就对。嗯嗯。哦，那每个老板都会在越来越高兴的请他。哦，那他也觉得这样，他也不就是他这样讲，他不会他觉得自己好就好，我自己薪水高就好了，他不会去管他以前的那些老雇主的死活这样子。嗯。哦，那就。了解。哦，这个意思。看到没？无锡呢？我是失去无锡呢？瓦雷鲁也是失去，他不是被动，他是自动词。哦，因为他看起来像被动，有没有？嗯嗯，看到，所以无锡那瓦雷不是被动，它是一个自动词，是失去。好，想换啊？嗯，听讲。嗯，对啊，像我们这种个体户啊，说领队还是补习班老师，其实我们是这样想。嗯，好，因为没有人，因为没有人会把我们当自职员工，我们都是到每个很多地方去接，这样每很多地方去教，所以我们也没有那种，哎，嗯嗯 ，OK 哈、哦，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看懂。嗯，哪一句啊？你刚才看这个哈，好、哦，哎、好，何须托油摩诺哈，好，嗯，好、哦，用这种报酬的哈、哦，那你课本是讲什么？不 decky 哈、哦，那应该是他打错，应该是不自立 decky 哈、哦，物理的，好、哦，应该是物理的，叫不自立 decky 哈、哦，物理的哈、哦，物质的啦，没有，是 decky 哦，用这个物质的刺激，用这个报酬，就用这个薪水的物质的刺激啊，给你加钱嘛，是呀、yeah ，他打错吗？他没有打错，但是他讲不 decky 嘛？对啊。可是这应该是讲不自立 decky 啊？没有不 decky 吗？应该是讲不自立 decky。哦、嗯。然后他应该是他那个人家打的时候少打，然后那个配音员就他就对跟着上面念嘛。好，他就没有去订正，他就没有去念那个没有、嗯。那有一些配音员他人家打错，他会念对的。还、啊、有一些人家打对，他会念错的。因为他们像事后没有去校稿，校的很多遍这样子。那一本书大概难免会有这，就是会难免会有错一两个字，那没有差啦。哦，了解。然后错到二三十个，那就比较夸张了，没有。嗯。好、哦，你应该是讲不自立 decky 呢，是 decky 有没有？因为我打不 decky 哈、哦，我打物的有没有？打不到。拿不到就对了。嗯、对，那、啊、你打不自立 decky 就很多。了解、嗯。就是可能有这样讲那种，可能有不 decky， 但是怎么样？很少人在讲。嗯，了解。可是大部分都讲不自立 decky， 懂意思吗？懂，懂、哦，就是你打不 decky 怎么找找不到？为什么？很少人这样讲。啊，跟你讲不自立 decky 哦，一大堆人就你懂意思吗？嗯，比较常讲啦，所以那这样，那我们但是学是他的物理的是跟自然科学那一种的意思吗？还是他是指物质？他这边是他们指的是物质啊，是指物质吗？哎、啊，日文是物理的，还是说他物 decky 就是物质上的，然后、啊、是另外一个自然科学上的？会不会是这样？打不 decky 是找不到啦。哦，这样打不 decky 找不到，或者他可能要打物质啊，可能看有没有不细致 decky 啊，你有没有看到？嗯嗯，哎、欸，了解。因为物理的感觉好像怪怪的、欸。对，但是你打不 decky 就找不到了、嗯。那我们看一下不细致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只是叫细致嘛，哈、嗯。还是说只是东西的一个字？不细致，好、哦，物质的不细致 decky 应该是这样嘛？有没有？嗯，对不对？物质，对，应该是物质啊。那你讲物质的有没有？不锡纸的应该是不锡纸的，应该是应该是个嘛，有没有？对，这个会比较搭这个，这个比较搭啦，应该不是，也不是物的，也不是物理，应该是物质的啦。物质的，好，哦 okay、那我们要改一下哈。好，等一下，哪边？那个物的。好、哦，你的课本给他画叉叉。好、哦，他这边应该是他写太快，他没看到了。
物的应该不对，你写物的差啊、哦，物的后面写个差，有没有？那物理的后面也写个差啦，你这边应该写物质的，有没有？物质的，了解。啊、哦，它一直一，那讲，嗯，物质的圈哈、哦，不什么，不细致的 key 有没有？嗯，那个中点，因为物要不止，它中点的促音哈、哦，这个是，哦，不自立，它这个字有念出来嘛？对。哦，那讲，那它刚才这个不细致应该是这个促音掉了没有？那个字促音掉了没有？不细致的 key。好，写一下。不是 ，OK。哦 ，OK。对，这个我没注意到哈，你问的不错，这样会更好吗？你改成物质的会更好，没有？嗯。如果这个出现这三个答案，你就要选这个，没有？嗯，了解。哦，这样没有。哦 ，OK。好 ，OK。好，所以用这种物质的、金钱的这种物质的，没有？嗯。看来，然后是他课文是念不 decky 有没有？嗯，物的就没有了哦。那叫这个物质的刺激有没有？给你很多钱嘛？或者是用什么 list 啊？是裁员嘛？你有赚，你业绩好哦，给你报酬，给你加薪；你业绩不好，给你 list 啦了，裁员。偷油 ，auto 是什么 ？auto 是什么？威胁有没有？嗯，吉拉兹卡塞鲁哈，好，这个还蛮常看见。吉拉兹卡是什么？晃动着或一闪一闪的或摇晃的。哦，就哈库斯，我没有看到啊。好，这个刀石是小刀，吉拉兹卡塞是什么？晃动小刀，我没有。嗯在小罗那个什么流氓啊，在别人拿小刀在面前晃是要干嘛？晃小刀来威胁人，有没有？嗯看到吗？那不一定是威胁啊，就是拿什么东西在别人前面晃啊，你可能是引诱他嘛。像在狗前面拿香肠在他前面晃，那狗就很想吃香肠，有没有？嗯，那或者是拿那种不好，像拿刀子还是枪就威胁了嘛，所以它有两个意思，有没有？你在前面晃是什么意思？你拿东西在前面一闪一闪，那边晃什么意思？哦，有可能是威胁，有可能是诱惑，有没有？嗯，啊，这是网络上的一个影片呢，说有个小猫哈、哦，它没有办法下来，它在很高的地方，它没有办法下来嘛。嗯然后拿个 A 上饲料，嗯，吉拉兹卡舍拿饲料在它面前晃哈、哦，然后引诱那个跳太高的小猫不敢跳下来，它就跳下来吃，有没有？嗯我懂。懂，再讲，了解，嗯，你好，哦，看到吗？懂，吉拉兹卡塞鲁哈，它一闪一闪，一晃一晃的，有没有？它有汉字吗、哦？好像没有诶。嗯，大家看 ，OK 啊，或者是很少写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是一级的书，有没有？嗯，那一级的书它会尽量的写汉字啊，如果没写的话是什么？就是没有。对，就是没有啊。第二意思是说什么？这个太鸟了，连一级的书都不想写。嗯，懂意思吗？因为一级的话它是。一级的现在是尽量写汉字的嘛？啊，如果连什么连一级都没写，什么意思？就这个汉字是真的太少写的，或者是真的没有？嗯，哦，那这样，好吗？那可是初级的书就相反了、哦，初级的书是什么？初级的书有时候就不尽量不写汉字嘛？难道他就不写了没有？对。啊，可是一级的书他是能有写，他尽量写，越是越少写的他搞掉，看到吗、嗯？所以你这边应该是什么？就是。吉拉兹卡是上面晃晃去，它甚至威胁，就是威胁嘛。嗯，它用物理的刺激、物质的刺激，还有什么财运的这个威胁有没有？嗯，有没有？或者在就业引哈工作人员哈达拉哈哈达拉卡塞鲁哈，让他们去工作有没有？或者或者啊，德基鲁哈是可以哈、哦、是可以让他们去工作有没有？可以哈达拉卡塞鲁叫他们去工作，让他们去工作有没有？嗯，你可以用加薪或者是裁员的威胁叫他们去工作嘛？嗯，但是。Sorry, Deva, Kigo, 你哈对企业哈那个是什么？这个 Sorry, Deva 哈，所以应该好 Sorry, Deva 因此或者是哦没有 Kigo, 你几下子 Decky 哦自发性的 Cocan 食物金钗有没有？嗯，收到单来哈，收到只是培育出来成长出来有没有？嗯，好收到好好看哦，那收到单来就是啊、哦、你不会哦培育出来你不会。推出来对公司是自发性的想要贡献公司的，然后因为都是用钱嘛，跟裁员去威胁他嘛，嗯，然后所以他就是他会干嘛？他用他为了更高的钱跑到另外一个公司嘛，嗯，哦，有没有懂意思哈？懂吗？但是他这种写优点，他没有写缺点啊。他这种终身雇佣制，人老都会耍油条啊，嗯，越老，你看你如果50岁领50万，然后你那个权力越大，然后就越懒啊，就耍油条啊。
对，然后就会搞，就很容易搞那什么，搞那种派系斗争什么的，或者是很懒的，就每天在那喝酒啊，因为他最大嘛。嗯、然后他、啊、那个年轻的就比较没有，那他有一些年轻他做很多案子会被上面抢走，嗯，因为他一个月只有20万，他不会说他做案子越多他就加薪又升官，所以下面的就没有什么，下面就没有活力，阿、啊、老就变油条。嗯，但是好处是什么？大家对这个公司会很忠心，啊会有那个。会有那个长幼有序，这样会下面会尊敬下面人家啊，大家像一家人。嗯嗯。可是缺点是什么？美商那种就是什么，你业绩不好就直接砍了，所以那美商那种就是大家一定要拼出业绩啊。日商那种就是这种终身雇佣制度，如果上面的不压紧一点，下面就越懒，就老的越挑，没有。嗯。所以有好有坏啊。所以他们有分那个小组在对抗啊。对，他们要在分小组啊，没有这样的话就那、这个就完了。对、哦、就跟当兵一样嘛。当兵就是没有业绩嘛，就是越老又越混，有没有？对、啊。那钱就领越多，有没有？嗯。好、哦、啊，那这样。所以他们还要那个，你懂意思吗？这个还要再改啦，这是好像。哎、嗯，然后扯远了哈。那什么？好，我们看哪一句？嗯。所以对吧？好、哦，所以对哈、哦。OK， 懂吗？所以对吧？是于是或然后或因此哈、哦，就是他们就不会培养出想要真心想要奉献公司的人才嘛，有没有？嗯、その結果、哈、哦，那个结果什么？どなたか、哈、哦，会变成如何嘞？トラタの一人あたり、哈、哦，一人还是平均一个人，怎么样？哦，付加価値生産額、哦，平均一个人的这个附加价值生产，怎么样？人均 GDP 哦，个人啊，个人平均生产毛额，怎么样？嗯 ，OK 啊、哦，这是什么？3000万日币，有没有？3130万日币哦，很高，很恐怖，怎么样？哦，标楷黑金哈，好、哦，这个企业平均是1000万元前后嘛，嗯，大概是哦300万台币嘛。那 Toyota 一个人他可以到千万有没有？他们一个人一年可以，他们的赚可以赚到哦，他的什么赚的那个利润可以到千万有没有？嗯，我懂。喏，300倍是一般公司的3倍有没有？嗯 ，Dani 喏 ，Canon 是那个做相机那个有没有？嗯。我有个学生现在就在，他们在台湾有设厂，一个好像在台中，一个好像在嘉义还是高雄忘记，还是台南忘记。好、嗯哦，那他们是这样哦，他们进去起薪很低，他讲的进去才22K 嘛，但是他每年有那个升等考，考到就一个月又加1000，他里面要考简单日文，像日常嘛，还要考一些他们是什么公司的一些常识怎么样？嗯嗯，懂哈、哦。然后年资也会加，他们那个公司叫拼年资的。嗯。哦 ，OK 啊、哦、，OK， 所以去那种，就是他是终身雇佣制，他就是年资越高，然后你每年都考那个升等考，那个薪水越高。可是，一开始很惨，一开始比其他公司低，可是到越后面越好这样子。好，所以第二名这个 Canon 他是什么？一个人的生产毛额是2600万，有没有？嗯 ，Canon 毛 ，Canon 也是 Mata 什么又怎么样哈、哦嗯？哦 ，Mata 又还是在哈、哦，他们也是又怎么样？修心口又谁啊？马莫里只是可以对一路开箱到底下路，他们也是遵守这个持续遵守这终身雇佣制度的，有没有？嗯，的公司有没有 ？Costa， 我懂。Costa 像这样的 Toyota 和 Canon 的内容，你得如多哈。如果像这样，我们看到 Toyota 跟 Canon 的这个例子，有没有？嗯，好，我懂。嗯，好，修心口又噶肯带掉哈。终身雇佣制度在现代这个社会有没有只有喜奈是吗？行不通的在现在这个社会是行不通的。Toyo Shujo 的这样的一个主张有没有？嗯。空 Q 的这个根据有这种主张的根据哦。Kihaku Daru，Kihaku 是吗？空气很稀薄哈。Kuki 跟 Kihaku Da 哈，空气很稀薄有没有 ？Sagi 跟 Kihaku Da 哈，诚意不足哈，稀薄的或很不足的有没有？那他这边是说这个根据是不足的啦。有人主张啊，主张说你这个。终身雇佣制度是日本的老一辈很久以前几十年前企业在搞的嘛，以前什么加成制度那种东西传下来的嘛，但是在现代是行不通的、哦、它的根据就变得很不足了，有没有？嗯，我们要看懂，因为这两个，因为日本生产毛最高的两个公司是用终身雇佣制嘛，有没有看懂？嗯，看懂吗？懂。好，但是这种我觉得这种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那个你的老板要经营团队要很强啊，嗯，懂哈？不然你要发那么高的薪水，你老板如果你的政策都错误的啊。员工厉害也没有屁用，经营团队也要很厉害，有没有？好、哦，我是这样想啊。好，伊娃扎鲁维奈哈，扎鲁维奈是一级剧情嘛，不得不有没有？嗯，扎鲁维奈在那边想，扎鲁维奈是一级剧情不得不嘛，所以不得不讲有没有？
不得不讲。好，我们看到。嗯。好、哦，动一加扎鲁，我还记得哦。嗯。有没有？有。他两个接下来动一加扎鲁啊。哦，你五段都有动一加扎鲁嘛？啊、你乙乌是讲嘛？那你动一是乙哇嘛？所以乙哇扎鲁偶尔那是不得不讲嘛？看到、哦。嗯嗯。没有。然后另外一个哈、哦，如果是实录嘞，实录的话，他们接扎鲁是克苏的、哦，他们变谁扎鲁？实录变接扎鲁变谁扎鲁？嗯嗯，好、哦、写一下，看到吗？还有像什么实录加这个支有没有？那个支就是扎鲁啦，否定啦，支是比较现代讲的，扎鲁是支古叫古语的，那都是否定的意思。你要扎鲁就是不讲嘛，啊这个。A 奈是不得嘛，所以不得不讲嘛。扎鲁是不嘛，啊 A 奈是不得嘛，所以不得不讲嘛。嗯，懂哈？所以你食物加扎鲁是谁扎鲁啊？你食物加支是吗？这很重要，谁支？哦，谁支有没有 ？OK， 我们看懂。有懂。嗯。所以你二级句型、一级句型有一些是支开头的，你如果食物加，你就要变什么？谁支嘛？啊，如果你变扎鲁，你就要变谁扎鲁有没有？说哎、欸，不读书不行哎、欸。边 Q 死路嘛，对不对？嗯。那变成边 Q 谁加入 ？O A 奈是吧？哦，不读书不行，有没有？好，我看到。懂。那你还有一级选择什么？织女嘛 ，O 卡奈嘛，有没有？你们学到这边的？有。织女 O 卡奈是一定嘛？那你如果是一样，你如果是读书的，边 Q 谁织女 O 卡奈是吧？一定要读书，有没有？嗯。哦 ，OK 啊、哦。懂。谁指有没有？执念我看来，嗯 ，OK 啊，执念我看来是一定嘛，所以、一定要读书啊，这个是什么不得不读书，有没有？嗯，那、啊、这两扎鲁跟执都是否定，有没有？看不看懂？懂，来讲，看到吗？懂。奥库，你以前那个什么铁奥库是坐着放着吧？嗯，那你执念我看来什么？执念我看来还有个哇啦，就是你不坐着放着不行啊，执、是否定嘛？我看来是你不坐着放着不行，就是你一定要先这样坐着一手，有没有？好，看到吗？懂。嗯，那就嗯，好，继续最后，Toyota 和 Canon 的 Q 字系列的哇，他们这两个公司共通点是什么？主要点，主席啊，他们重视做那个什么工作，什么工作人员的，主要问卡点有他们哦，很重视工作人员的，有没有企业文化？有没有？嗯，主要引哦，去开喏，不平阿兹卡伊哈，哦，阿兹卡伊是对待哈、哦，把他们当成对待哈。哦把他们当成哦，对待成什么？这个机械的不平是吧？零件有没有？嗯，是的话，伊克奈好，他们不行，他们就是他们不会，他们不会，他们不行，把这个员工当作是什么？当作是零件哦，什么要砍就砍，要换就换，有没有？我看懂。嗯。九六引哇，黑多得阿里，他说他们工作人把他们当作是人，有没有？嗯、对哇，那么黑多哇，达雷 demo， 希望是你一起打哈。说人、哦、不管是谁都想要幸福的活下去、哦、都能够得如希望幸福的活下去嘛。嗯、希望谁你一起投入过多啊哈，投入过多啊，所谓这个事情啊，所谓的这个幸福生活下去有没有？嗯，一多里一多里噶，哈、哦，一多里是每一多里一多里的每个人，莫得如现在努力苦哦，开卡实施的过多的压力哈。好，嗯，现在那个什么潜在能力开卡实施哦，好、哦、让他去开花什么意思？就是。花飞哈，花飞他的潜在的能力有没有？嗯，让他的潜能开花结果有没有？嗯，看到吗？懂没有？他说想要幸福的活下去，就是你要让你的潜能开发结果。为什么？你要让你的潜能开发结果，你才能你工作才能做得比较好嘛？你可以比较贡献，你可以赚比较多钱嘛？你才能幸福的活下去有没有？嗯，所以呢，几个极致可能吧，哈，所以那个自我实现的这个现场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 Kyo 打。投油看看看到底下路哈，好、哦，所以说实现自我哈、哦，发挥潜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在工作上工作的地方有没有？嗯，看到没？芝麻里，也就是说，企业侠呢，是个多啊哈，企业侠是老板的工作是什么？就要紧加安心的提莫吉有苦哈达拉吉哦，可以，老板的工作是让那个工作人员可以放心的，可以安心的提莫吉有苦什么？很爽的怎么样？嗯，很爽的工作有没有？不要让他们工作担心啊，薪水太少养不起。家，然后什么？要随时担心被裁员，有没有？所以做流库还可以得 Q 哈，然后可以发挥这个创造能力的 ，can Q 之库哈，去制作这个工作环境，有没有？
Kododa 的这个事情有没有 Toyota 呢信念 To Na Deiru 它变成 Toyota 的一个信念，看懂？嗯嗯，看懂吗？懂。那叫这是日本以前那种加成式的那种，没有？嗯，哎，现在很少了啦。哦，那如果找工作的话，就是当员工最好是这种比较好，做久比较好嘛。对，台湾的话，台湾做久了年资高，就老板就准备要砍你了。嗯嗯。哦，那叫了解。哦，但是这个要老板很厉害才有办法，老板很会赚钱，老板如果没有办法，你这个投到台湾那个他那什么他的员工比较厉害，但是薪水也高啊，老板养不起啊。嗯。哦，我懂。OK。嗯。有问题吗？嗯，这样可以。好，那每个礼拜我尽量赶两课。那今天是两小时十分了哈。嗯，然后上面写两小时六分，你就写两小时六分了。没关系，十分比较正常。加油，尽量就是每个礼拜赶两课，因为我们就两个月赶这两本嘛，其他的我有写人在看了。好 ，OK。啊，我没有来不及写哦，你可能我如果听力来不及写，你可能要再买一本听力的。因为你听力的话，你这样看一下，你会发现单字很多，嗯，然后还有那个记型也很多放在里面嘛，有没有？所以它进步，因为它一篇就是一篇小短文啊，你懂意思哦？嗯，那你如果四五篇就是一大课的啊，嗯，有没有？所以它那个阅读量也是很恐怖哦，嗯，懂？只是它的单字没有用那么稳的单字啊，嗯，懂？懂。但是它也是会拉程度拉很多哦。好，就这样哦。好，okay， 下礼拜见，拜拜阿姨。好，拜拜。